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为十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9年3月5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时28分，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总委员、嘉宾等12人，列席委员邱委员、贤智等12人，列席官员、考试院秘书长李继全等人。主席周召集委员村里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考试院秘书长、考选部部长、全训部部长及公务人员保证及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委员吴委员、一丁等16人提出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一案，决议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我们介绍列席的官员。我们欢迎我们立法院秘书长林智嘉林秘书长，我们副秘书长高明秋，顾问王全忠，秘处处长吴慧玲，公报处处长秦建云，总务处处长蔡瑞明，资讯处处长张梦圆，人事处处长吴福辉，法制局局长陈青云。然后我们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第一位是我们吴怡丁吴委员。还有其他的名单在哪里？周春米周委员，赖香伶赖委员，吴玉琴吴委员，还有哪一位我漏了吗？应该没有。好，今天排定的议程是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报告本院因应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以及执行的成效，并被质询。现在请林秘书长进行报告，发言时间5分钟。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今天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邀请自家来就本院因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措施及执行成效提出报告，并被执行审稿，荣幸。本年2月1日将举行第十届立法委员报到及宣誓就职。当时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年农历春节期间公布我国确诊第8例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病例，且确诊病例数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建议本院于新任立法委员报到及开议，有必要立即进行相关防疫措施，以确保院区环境安全。自家立即于1月30日邀集本院各相关主管召开研商会议，因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等的会议研拟，并随即启动本院各项防疫措施。事后又因应行政院于2月27日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因应疫情提升至一级开设，本人一级以当日2月27日再次召集本院相关单位主管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升本院各项防疫措施。以下仅就本院防疫措施施行情形及执行成效提出报告，敬请指教。本院防疫措施及办理情形，我想第一次我们是在1月30日邀集各单位主管因应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疫措施，我们有第一次的会议。那会议的重点简单报告，第一个就是国内民众参访团已受理申请，使劝导其延后或暂缓来访，主动告知访宾来访时需自备口罩，并于参访密闭空间内要佩戴。
那么国外人士参访部分，来自于疫区如大陆、港澳地区，那么事先就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暂缓来参与。那么至于其他要来参加本院访问的一些其他地区，就希望能够他量体温，便希望他们能够我们进入的时候要用那个酒精干性洗手液来消毒，那么视情况建议他们佩戴口罩。那么对于记者，我们秘书处就通知所有记者采访，我们还是允许他们采访。那么也同时我们要比照一般的访客，我们都要配合量体温跟那个我们要佩戴，希望他们佩戴口罩跟那个干性洗手液。那么对于各个岗哨，我们也开始实施量测体温。那么不论任何人进入我们建筑院，都需要我们做量体温的措施。那么另外，我们对于我们就洽商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免费借用热像移温仪四台，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在2月24日就完成安装，那么配置在我们中山路的正门口、琴弦楼大楼、还有中心大楼以及侧门等四处，由我们警卫队来操作。那么同时我们也因应这个疫情，这个在2月27日的时候，我们中央流行性疫情指挥中心它就提升一级，那我们就把它再度的一个加强。那首先第一个，对于同仁的，我们又现在就是规定，只有超过这个37.5度，没有超过37.5度的才能够进到我们院区来。那这个我们都切实在执行。那个其他部分，对于一些洽公的民众，如国外的访宾，如果他来自疫区的，我们现在都谢绝来参访。那么其他地区的，我们就按程序来迁办。那么同仁在人潮众多的密集场所的服务人员，如医务室、会客室、出纳科、会议室、图书馆、台银邮局、福利社跟餐厅，我们都是建议他要佩戴口罩。那么其他部分，我们也要求我们同仁及家属，如有赴大陆地区或经政府通报为疫区访国者，必须立刻通报各主管，并通知人事处跟总务处进行查核。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电梯也加强所谓的防护膜，然后定期更换。那我们也规劝我们所有的主管，都在防疫期间要避免参加聚餐、演唱会、电影院、KTV 等密闭空间，并减少不必要的应酬。那最后我想我们再一次要跟各位委员报告，就说事实上我们针对我们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的疫情啊，我们随时就跟我们中央防疫中心保持联络，如果他有任何的信息或有任何的提高，我们就是随时会滚动的检讨。那么目前来讲，我们目前的形态还是在处在我们是正在防疫当中，还没有特殊情况发生，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谨慎。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疫情的发展能够随时能够做滚动的检讨，然后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会随时希望能够加强。那么最后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委员会能够邀请我们来做报告。那么我想我们也会尽全力来施作，希望我们立法院的所有的同仁，包括委员，包括所有的工作同仁，都能够在这疫情期间都能够受到一个应有的保护。以上，谢谢各位委员指教，谢谢。
好，我们谢谢秘书长。现在秘书长报告已经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的时候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会发言时间是6分钟，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第一位周春米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那今天刚秘书长也报告完了哈。那我想台湾这一次因应全球各国都面临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我们虽然是在疫情是在掌控当中，但是我觉得其中最可贵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超前部署啦。那刚刚听到秘书长的报告说明，大概也知道说立法院有做了一些措施，大概就应该就 大致 三项吧，戴口罩、量体温，还有麦克风消毒，这些类似的比较事务性、技术性的哈。那这边我想秘书长应该也知道说，伊朗的国会哈，290名国会议员里面有23名的议员已经确定是武汉肺炎的确诊，副总统也是哈，所以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伊朗国会在2月28号也宣布休会，他的国会活动无限期的暂停哈。那刚刚听到秘书长这样报告，我想请教秘书长，认为说本院的防疫措施是否充足了呢？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也是很担心呐哈，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委员，事实上就是列入最高危险。对啊，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自知啊。因为委员的接触面太广，而且因为跟选民是各行各业，而且分子非常复杂。我们委员有时候参加的机会，事实上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安全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很担心、很谨慎，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这边有一点迷思哦，就是我们当然立法委员，我们自己在地方或者在基层跑，我们当然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因素了哈，所以才会要求说在立法院我们的防疫措施上面，第一个要充足，第二个要超前部署。我上礼拜我们去参加财政委员会，因为那天是要审这个防疫的特别预算，所以是其他委员会都联席，但是那个会议是安排在9楼，所以大家都要搭电梯，不只是委员要搭电梯，很多很多各部会，因为是除了司法法制没有联席之外，其他委员会都联席，所以想见当天的这确实的实况也是这样，当天很多很多的部会都到，所以你搭电梯是整个电梯都是满满的人，我一进去我都觉得好高好高的风险。所以这边其实凸显我不是在指责你们，是说哎，既然这个状况是预见的，因为要联席7个委员会联席，各部会大概都到了，结果我们是安排的，我们的会议议事在是最高的9楼，你没有办法让大家说我来爬楼梯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指引你们，或者是说去监督你们，这个部分就没有所谓的超前部署，而且是慢半拍。所以我现在请教秘书长，本院是否有因应这个不同疫情的层级做了超前部署的一些防疫的分级措施，有没有？我们现在目前所谓的这个超前部署，事实上我们也有考虑到说，如果说万一有状况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做做处理。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我们也有假设几个最坏状况，就是说我们也有可能必须要会议室有时候要 close 哈。我们像比如说类似大礼堂这样子，如果大家都要坐电梯，而且上下人那么多，我们也许大礼堂的会议室可能就要关闭，我们可能仅多让大家能够比较安全的会议室这个。那再来说，如果有委员可能要隔离啦，或者是可能要有什么状况的话，或者是我们职员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们也会提出一个，我们也是有限度的关闭一些会议室，或者是我们有限度的停止会议的日期，有限度的停止。那这个部分，甚至到最后，如果说有
有真的是情况很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要求我们会暂时休会。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要做的从客观事实，我们大家去做的一些方向上的问题了哈。对，所以那我今天也看到秘书长的报告，就是说你们也已经暂停这些，如果外宾是来自疫区的谢绝参访。那但是啊，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说明，大家可以去认定说，那国会外交还没有完全暂停嘛哈，只是来自疫区的我们是谢绝参访这部分，再请教秘书长，国会外交的部分是否有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或考量？我们现在还是就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们跟那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我们联络哪个疫区的一些是有风险，我们大概就暂停，因为他来就是要自主管理。疫区很明确吗？对，所以那高风险国家明确吗？有这样的名单吗？疫区很明确了吗？对，高风险的国家有没有这个名单？高风险的，我们原则上我们也是希望说他比较谨慎的在处理，所以我们目前国会外交。以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完全中断呐，那这部分可能你们还是要再还是要严控的掌握状况。我们非常的就严密的控制，因为我们一定要跟那个指挥中心随时保持联络。如果他认为说这个已经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请他不要来了，我们就婉拒他们。刚刚秘书长有提到说，怎么样的状况下，甚至也考虑要休会了哈。那我们这边办公室整理的资料，在英国国会的部分哈，因为他们大家也都知道议员哈，防止国会议员将这个肺炎传染到全国各地了哈，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呢，第一个英国国会的部分，他们现在是在研议建立视讯开会的辩论，还有电子线上投票的系统，并考虑提前休会的时程。那美国的国会呢，是研议暂停开放游客前往国会参观。那我们这边好像是国内的民众，我们现在已经暂停了，对，还有建立不在院会内的立法程序，还有国会办公室除了放置消毒设备外，也设置了伺服器、电话连接、公务电脑、电话这些提供远端工作方式的服务。那我想这些具体的作为，应该就都是我们立法院超前部署要去做的准备工作。秘书长同意吗？完全同意。事实上，我们也是朝这方面来做。如果说万一有什么特别状况，我们必须要宣告休会。那我们宣告休会的状况，我们宣告休会是不开会，应该还是要再开会吧？只是要有这些电子设备。我们宣告休会就是我们不进到我们立法院这个议场这个场所来开会。那我们是不是要用视讯会议？对对对，但这样应该不，这样不叫休会吧？这只是说我们另外一个形式的、就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开会这样。对，另外形式的开会，但是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也正在眼里看，说有没有什么配套的方案，能够让委员会也能开，好，宴会也能开，那就是今天希望这个立法院的超前部署要赶快具体明确化。那请问秘书长，你是否知道立法院防救天然灾害及重大紧急事件要点？知不知道？哦，我知道啊。好，我知道哈。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讨论哈。这个要点的定定是基于强化防救的功能，还有预防灾害跟发生呐哈。对。但是在这个要点里面哦，讲到一些防救，大概是几大类。第一个是天然风灾跟水灾，第二个是震灾，第三个是毅力的防救。那我们这一次大概所谓的毅力的防救是灭鼠、消灭虫害，还有传染病。那传染病应该是在这个部分，好啊。但是呢，这个毅力的防救这边大概就是两个要点而已，所以显然要依据这样子的一个要点来因应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我想是不够的。所以趁这个机会，要求秘书长要重新来检讨这个要点，还有透过此次的经验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灾害防疫措施，可以吗？可以。大概多久可以出来？这样的一个要点的研议，大概多久可以出来？我想我们应该一个月可以了，一个月、半个月吧，一个月太久了吧，搞不好都已经缓和了，哈。好，赶快，尽快。好了，我们尽快了哈。然后接下来我还要再问一点哦，就是说，我不知道
那个秘书长有没有看过我们各委员会的会务报告所记载的每个委员会的会务报告？不晓得秘书长有没有常常在看会务报告？我是有看，但是我们并没有太那个好，大家就是看一下哈。好，那我要跟秘书长说明报告的是说，我们好像每个委员会的会务报告的形式跟内容不一样，不止格式不一样，还要讲的内容也不一样。以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算也不能说比较优啦，拍谁哈？就是我们当然会务概况是各会期的议案还有人民请愿案数量等统计哈。那外交国防委员会的会务概况是各项会议的一览表跟考察，好，他没有统计各个议案。那内政委员会的会务概况是委员招委还有会务的处理哈。所以事实上，透过如果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可以透过会务的概况，可以查到各会期通过的资料。好，那内政委员会只能查到该会期的议案审查数据，那外交国防委员会就没有整理成相关的数据。所以这当然每个委员会有每个委员的风格，那本席在这边也没有足够的那个，我也没有说要去评断哪个比较好哈，但是我们希望是要统一的，统一而且让民众能够来查阅，能够透过我来查询这个会务报告，我就知道各个委员会的运作，而不会说，我今天看这个委员会，我要适应这个委员会，我要看那个委员会，我要去适应这个委员会的一些他的统计的一个报告，好，所以这部分我就是今天要求，然后希望为那个立法院能够做一个统一内容的格式哈，这是很热心的民众、很关心立法院运作的民众给我们办公室的建议。那我们希望能够确实来执行，至少内容跟格式要统一，好不好？好，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一定会立刻来做。那多久可以做？我们再召开会议，然后一起来做。我想应该半个月到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好，谢谢秘书长。好，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周委员，接下来请李委员桂敏发言。好，谢谢主席。秘书长，首先谢谢您亲自莅临。谢谢。就像刚才周委员提到的，为什么这次会排这一个会议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国会我们是最高的民意机构其实国会非常重要，尤其我们有很多的行政官员。在这个时候总咨询的期间其实都在立法院穿梭那我在今天拜读这个立法院秘书长的报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比较了其他的行政单位他的这个防疫的措施。很坦白的讲，我必须要说我们立法院其实做得不错了其实做得不错。谢谢。但是有几点的部分呢，因为在报告上面呢，我看到它其实都是很事务性，但是我们知道呢，因为很小的事情呢，它才容易引发这个不必要。那其实我个人是反对休会因为你想想看，最高的民意机构如果休会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单位没有监督，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刚才周委员提到的这个国民外交的部分，我们国会之间，我们知道我们跟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没有正式的官方的关系，所以国会在这个地方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提到高风险的这个国家呢，其实如果你去看周末的那个排名的部分呢，其实美国还排在台湾前面美国还排在台湾前面。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这些国家的这个国会的外交呢，我们都停的话，那简直不得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外交关系全部都停摆，它对台湾的影响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影响，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已经相当大了。如果在经济以外的因素呢，造成冲击的话，那这个问题更不得了。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在立法院在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有超前的部署的话，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避免这些的情况发生。那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比较了，我觉得其实平安讲我们立法院做的比其他单位其实是好还蛮多的但是就像好可以再好所以我要请教秘书长的事。是我们提到在您报告里面呢提到的就是说关于这个我们入口的限制我们有关闭了一些的入口，现在就剩下中山南路南侧、暨南路、镇江路。那青岛的部分我不知道，青岛的、那个、青岛目前没有封闭，没有封闭的话，那个地方我们的执行状况是
我们执行状况还是一样，我们就是进来，我们一定有量额温，然后我们也有那个干净洗手的在旁边来请他来做消毒洗手。那如果只要有超过37.5度的话，我们就是把他请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请他戴口罩，然后我们再量一次。那如果还是超过37.5的话，我们有两个措施，一个就是请他不要进来，好，就请他离开。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一定要进来的话，那我们会请他到医务室去，是，到医务室去。然后如果我们会给他做初步的一些那个，这等于是医疗的一些最初步的一些检疫措施。然后如果说认为他实在是还是不要进来，我们就请他出去了。理解。因为在您报告里面呢，你提到是38度啦，所以我不知道，就是37.5现在是您报告里面就要说38度，叫他耳朵的温度。Okay. 那额温是37.5。好，是。那我有一个那个小小的想法哈，就是说其实量了温度之后也可以告诉当事人他的温度是多少啦，因为万一他到别的地方去发现他的温度有变动的话，对他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这个警觉性。我觉得我们都有告诉他说现在量出来是多少度。是。那刚才周委员提到的就是关于那个会议室的部分，其实我个人其实在问题上面其实也是同样的啊。那我觉得以前地法院做的也很好，我第八届的时候在本院里面，我觉得做的也很好，就是说其实那个九楼的会议室其实可以跟一楼的也曾经以过往也曾经换过了。那的确就是说那么多人的一会是如果在不必要经过电梯的一个入出的话，其实来讲安全性比较高。那提到电梯呢，我就同样注意到，其实在这段时间之内呢，电梯坐电梯的时候，我曾经就看到这个我们的行政官员呢、拜会各个委员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常常有这个抒发己见高谈阔论的这个情形产生嘛哈。那所以是不是在电梯上面您是要做一个建议禁止交谈或什么样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东西，来避免就像今天那个周委员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资讯室的这个处长也到了嘛哈，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立法院的状态。那大家其实在今天在您的报告出来之前也不知道我们立法院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啊，所以我的建议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立法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有个 Q&A 的一个专区，因为毕竟立法院除了委员之外，行政官员之外，其实民众难免尤其是区域委员他的选民，你难免控制他其实会到这个本院来，因为他有他关心的一个事项。如果您的我们的那个网站上面呢有一个 Q&A 的区域，选民可以透过那个地方对立法院关心的东西呢，可以直接贴上去。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让这个必须要亲自参访、亲自拜访的这个几率呢也降低？那同样降低了，也保障了我们的委员或者行政官员在这段期间的这个安全性。不知道秘书长对于这个的看法是怎么样子？谢谢李委员。我想我们觉得委员的建议很好哈，我想我们就立刻来做。那我们会事后我们会跟那个资讯处处长哈，我们会研究说是不是按照委员这样子的想法。事实上，这样子的想法让那个民众能够尽量不要来立法院哈，尤其这一段期间了哈。所以这个我想我们会立刻来执行。好，谢谢秘书长的承诺。另外我建议哦，其实我投影片上面都有了。我的建议是说，因为现在防疫的措施呢是一个全球的措施，我会建议考虑就是说用中英文中英文的方式并列的方式进来，甚至我觉得日文，其实我们立法院的人才济济，日文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进来，甚至韩文，因为我们知道不管韩国也好，这个日本也好，其实在现在来讲它其实排名都还虽然不是最前面了，但排名其实都还是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部分也拜托这个立法院可能考量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说，上个礼拜呢，美国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听证会呢，他
刚刚结束啊，那川普还有副总统其实都有参与，在他的听证会里面呢，他有做了八项的重大的一个措施，也包括那个快筛的情形啊，就包括众议院今天也讲说他们的快筛的那个快好。那我不知道立法院跟这个众议院的部分有没有联系一下，就说因为这个地方民众的出入蛮多的，那将来这些的快筛的东西能够可以提供给这个必要的一个民众呢，作为一个防疫的情形。因为美国听证会里面，川普是直接对，我不知道。这个委员，你这个意见很好。我们本来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在想说，如果说有一些状况那个委员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职员或者是参观的民众等等，如果他真的温度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可以有快筛的来赶快做这个简易的处理了哈？那以前他们是跟我们讲说一带一筛都要四个多小时，实在他们手头上他们资料哈，还有他们都已经不够了，他们自己本身不够，所以我们在想说，你们如果够的话，可以一部分给我们。但是他现在如果说他现在有15分钟的，我们还会再赶快去洽询看看那个防疫中心，看他们如果有一些够哈，分量多的哈，那是不是可以一部分给我们立法院，我们留着备用。如果可以快筛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立刻来做快筛的处理。好，我想这个很好，我们会立刻跟他们再联络。好，谢谢秘书长。但我并不是要抢第一线的防疫的，我觉得第一线防疫还是最重要的哦。只是说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毕竟国会是一个重要殿堂。是。下一个呢，可能跟防疫无关，可是因为前一阵子呢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关于这个院长的这个机要顾问的这个任用，我可不可以借一点点时间请教一下这相关的规定。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第二条里面呢，它是有提到说机关的禁用呢，它是要依照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来处理了哈。那这个第四条里面规定呢，他讲说这个机要人员呢，他要经过程序部的同意啊，那列为机要，以列为机要职务为限。那因为院长在他前一阵脸书上面来讲，他对于这个机要人员、机要顾问哈，他有这个聘用情形。那秘书长，我想请教您，就是说，那这个是我们院里面是有按照这个机关禁用、机要人员禁用办法在处理吗？有经过全序部的这个同意那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请秘书长跟我们讲一下目前的现状？好，那个我们立法委员是那个公职人员选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中央公职人员，那么我们现在承认立法委员者，那么就既有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第五条第四款，刚刚委员所说的第五条第四款规定的简任职务机要人员任用资格了哈，因为我们有做过立法委员，大概就有这个资格了，所以禁用那个洪慈庸女士来担任本院机要顾问，符合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的相关规定，是有啦，是有。那秘书长，我厘清一下哈，资格是一回事情啦，好，就是说你具备这样的资格，是跟你必须要取得这个流程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考上律师，你可以当律师，但是你要执业，你必须要经跟律师工会登录，所以它一个是资格，另外一个是流程。那在这个各机关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第四条里面我对资格的部分我没有意见我都尊重。那我只是请问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是经过全序部同意了吗？还是目前没有？目前这个我请一下那个我们人事处来。八号委员依据各机关机要人员任用办法里面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机要的职务有三个限制嘛，一个就是说是行政职务。没有，我只有问一下，因为我的时间到，不要耽误别的委员时间。我只要经过全序部同意了没？报告委员，我们这个顾问的职务经过全序部同意的。那再拜托全序部的那个同意函出来给委员，可以吗？这个职务是上一届就已经列为机要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经过全序部同意啊，你经过全序部同意然后列为机要的这个相关的文件，你符合各机要人员禁用办法的第二条跟第四条的规定，资格的部分秘书长刚刚报告的很清楚，现在是说你的用的流程的部分是不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已经办理完毕的，这个也部分我听到的答案是说都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完毕嘛，那就拜托把您相关的资料提供给那个委员，这样也可以厘清外界的疑虑嘛，是不是？好，好，谢谢。好，没有问题，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吴怡丁吴委员。谢谢主席，秘书长。好，吴委员好。早。我比较关心的也是立法院的疫情的控制的问题。是。那我们看，我其实好奇的是，我想问一下资讯处，我们现在如果远距来开会的话，可行性高不高？那如果有什么那个瓶颈在，我想要知道你们现在讨论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好的，我们事实上那个吴委员，我们在远距的处理，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相当的程度，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执行处长跟你详细报告？谢谢。目前的一些情形跟细节。很快的，就是说，假设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决定必须要远距开会，这样子是有可能发生的吗？如果是下礼拜一，我们就必须，每位委员手上都有。笔电嘛，公务的笔电，我们在上面要设定正式的账号，线上会议账号，200人之内，我们可以用一个Teams 的正式的会议来开会。那如果是私下开会、小群组开会，有一些 freelance 的软体，像 Zoom 啊，可以开会。那如果分区办公，我们现在有行动在家办公的方式，或者是异地办公，那你可以透过手持装置做一些简要的派车啊，或者是红白帖。如果是全部的话，就用 notebook， 我们有 portal 入口网。行动 portal 入口网可以可以执行。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院会有委员会，那怎么分？然后还有我们现在这些很多东西我们都必须接院内的网络才可以做，那这件我们到时候是希望委员在自己的研究室来开会呢，还是在家？就是怎样我们现在实行的可能性是怎样？如果说是在办公室，如果委员分区办公，只是分区办公，并没有隔离的话，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除了现在研究室以外，在院外其实每个委员差不多还有3个以上的办公室，所以还是可以分区的。那主要是在办公室，透过3G、4G就可以线上开会啊。那如果说是要手持装置或者是行动办公室，就记得插我们的职务凭证的金卡。那这个部分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上线，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因为很多委员可能不知道它的流程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如果礼拜一下礼拜一我们就宣布说我们必须远距开会，那你的流程是怎么样？每一个委员他 OK 现在要开院会了，先从哪一个页面进去，去哪里报到？我们现在都有那个 e-signature 就是 e-签名了嘛，就是这个东西整个流程是不是让我们所有委员知道一下？还有委员会的时候是从哪一个分页进去，让我们每一个委员知道一下。我们要准备一下。如果是下礼拜一的话，我必须，坦白说，我们100多位委员，我们还需要 ready 一下。但是我们的工具是有，我们会来开始准备。我想你把它放到那个官方页面的话，让就是至少知道，让每一个委员知道说 ，OK， 从哪里开始看他的那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怎么做，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但是如果正式会议还有 vote 的部分，投票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目前线上会议是没有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的。所以我想这个程序还是，我们准备好，然后跟秘书长报告，还是有一个法定的程序，对，好不好？我觉得至少你们那边。技术上准备好了，那如果秘书长这边或院长这边觉得说 OK， 我们就线上投票的话，至少我们技术方面准备好了。跟委员报告哈，目前我们的工具是有，
好，我们就事先有，我们有想到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有工具是都有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要怎么去做啊？那个整个流程，事实上我们必须就是还要再把它做得更细一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目前还缺一小块，就是说投票，就是说视讯的投票哈、哦，是有没有这个视讯投票的这个等于是它的效果哈、哦，还有它的法定的那个作用哈、哦，就是法定的影响力。我们可能还要经过朝野协商，就是大家各党同意说，如果视讯投出来票也算哈、哦，也算哈、哦，也算是我们法定的决定。好，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我们要经过朝野协商来讲 okay, 讲清楚。所以这个我们很谢谢那个吴委员你现在所提的这正是我们现在目前正要做一些处理跟防疫的那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准备好，那万一有状况产生啊，或者有一些必要这样处理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套这一套的规则来做处理。谢谢秘书长。谢谢。然后像我们知道学校的话是一个学生如果确诊的话，那个班就是停课，如果一个学校有两个学生确诊的话，全校就停课。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应该也有一样，就是把标准的程序定出来，而不是说等一下突然发现谁确诊了，然后大家才不知道该怎么，就我们先把那个步骤定出来。是的，这个我们也有考虑了哈，我们也有想说，如果委员有一个确诊，那我们要怎么处理？那如果那个委员当然是隔离了哈，但是这个委员期间所接触的这些人，我们也要相对自主管理啊，或者是隔离，所以可能也就接近所谓的半休会状态了，因为我们就是会这样子。那如果说有两位委员确诊，那有可能我们整个立法院就这个场所就不能使用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远距来处理。对，所以这个就是委员所关心跟委员这个所问的这个哈，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去做准备的工作，所以我们把流程赶快出来。好，我们如果有真的，就像那个教育部说的，如果有两个学生确诊，那个学校就要休息嘛，就是暂停这个场所的使用。那我们也可能也有比照，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状况产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场所可能就势必要做休息。还有我关心的是那个口罩的分配，因为你在报告里面你有提到说，如果同仁是在人潮众多以及密闭的场所服务的话，建议佩戴口罩。那是我们院会发吗？还是他们得自己去找口罩？原则上是他们自己找，自己去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存那么多口罩。好，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事实上是有向那个等于防疫中心，我们要的总共多少？四十盒的口罩。我们第一时间有40盒的口罩，就放在那个我们的医务室里面啊，来做储备。那时候是就是应付我们委员第一天报到。那因为委员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家属啦，或者是相关的的朋友进来的时候，也许他需要用口罩，那我们当天是有放在那里给他们备用。那一天已经用了20几盒吧，目前剩下总共22盒。我们目前只剩下22盒，那一天用了大概20，也是22盒左右，所以现在只剩下20盒。OK，我想提醒秘书长的是，像那个司机他们都没有佩戴口罩，然后司机他算是在密闭空间工作，而且他一天可能接送不同的委员。我们对于司机是有要求，他一定要自备口罩，不然他就不能来开车。OK，对，所以他就是要去，就应该要去买的，他要去买，因为他自己有可以买的那个权利啊。那他如果买不到怎么办？目前是都可以买得到呢。OK，都可以买得到，哎，是。谢谢秘书长。谢谢。
谢谢。很快的，有一个表单，这个是国会助理他们在任用之前要求要签署的个人资料提供同意书。我想请问一下秘书长，你自己有没有签了这一张？个人资料同意书。对，助理的。对，你有没有看过这一张？这个我想我们问一下人事处。对，因为我们很好奇的是，这个差不多等同于是把，就是要求助理放弃他个人资料的保护了。所以我们想知道，当初要求每一位新进的同仁签这一份同意书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考量？而且它里面是要求，档案是会永久的保存。那我想我们的助理都是劳工的身份，他们是保劳保的嘛。如果说我们立法院起了这个头呢，所有的雇主都这样子要求的话，那他们的个人资料是不是都没有保障了？跟委员报告，这个缘由是上一届有委员希望我们可以建立助理的专业资料库，如果委员要聘用那个助理可以到资料库去筛选人员，所以我们才会说设计说助理你要不要把你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去建在资料库，你如果不要我们就不会把你放在里面，你如果同意我们才会把它放在里面，这缘由是这么来的。嘿，报告。因为我听到的是我们办公室是说如果没有签的话就不能送人事资料，而且他上面要求的资料其实跟他的专业完全不相关，就是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联络资料、薪资，还有加退保时间，所以其实跟专业完全没有相关。另外有一些可能我们人事资料处理，这个可能个人资料需要用，这个我们都会依据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来处理。如果有一些比较细节的，我会后再跟委员你报告。麻烦你，谢谢。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吴一丁吴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钟嘉宾钟委员。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我们列席的政府机关所长官员、会长工作伙伴、媒体记者女士先生，大家早安。一开始我们轻松一下，秘书长，咱做过兵嘛吼？我一个朋友咧讲，做兵会拄到军官，一粒梅花叫啥物好？消耗。两粒梅花咧？中孝。三粒梅花咧？上孝。上孝。四粒梅花咧？无效嘛，无这个效啦吼。所以说如果无效的时阵吼，您是由我们游院长根据立法院组织法第14条由遴选，那经院会同意后派任嘛。所以准讲院长选举无效会介严重无？你会不会跟着就没效？当然就完全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啦，因为今天谈这个武汉肺炎，我们谈谈我们这次院长的选举哈，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我们的赖品妤赖委员玩弄哦，他没有投给他自己，不知道谁投票投给他，是不是这样？是。那我们郑运鹏委员也很认真说，如果有哪一位投给我们赖委员的，欢迎他加入民党党团呐。那其实呢，我们看看这次的选票哈，其实呢，我们发现呢，赖品妤委员刚好在国民党规划的院长人选赖世葆的下面的那一格，好，刚好呢，国民党规划的杨琼英副院长人选呢。他底下的温玉霞委员也得了一票，那我是说了哈，这个选票啊，您觉得左边跟右边哪一个比较不会盖错？譬如说，我想盖赖世葆的，就不会盖到赖品妤；我想投给杨琼英的，就不会投给温玉霞，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右边辨识度比较好啊，是哈所以我们觉得哈，为了避免现在系统模拟会不好哈，这个我们研究一下了。好，来，再接下来，2004年的总统跟立委选举哈，我们在第11任的总统是在2004年的3月20号，第6届的立委呢是在2004年的12月21号，那我们从第2届到第6届都是任期为3年。好，接下来到第7就不一样了。第7届的立委是2008年年初选的，总统呢也是2008年3月选的。OK， 好，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同一天选，都在年初。到了第9届，我们上一届呢，我们是在你看哈，第六届是在2004，是在前一年的12月，从立委就职在2005年，从第7届开始啊，立法委员都是在同一年的年初选举，同一年的2月1号就任，对不对？请读一下，我们说立法院委员复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1之1条啊，
院长、副院长选举应于每届立法委员选出之一年二月一日报到，宣誓就职当日举行啊。请问我们第十届是什么时候选出来的？我们2020，今年。今年的一月嘛。十一啊。那我们根据这个办法，我们是不是要在明年的二月一号报到宣誓就职的时候才能来选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呢？院长，这个白纸黑字啊，这是我们立法院自己定的《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这个办法呢，最近一次修正是在1996年修正的啦，哈。那1996年刚好是在第三届刚开始，也是三年任期的最后啊，没有，大概我们到了第七届开始是四年啦，啊，但是呢，我们第七届开始呢就同一年选，同一年就职，啊，这样子你觉得我们的院长选举有好不？有好不？干没不好？有没有法规在这儿？我们的副秘书长有没有法制的人员在这儿？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立法委员、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是否合于法制？我们王院长、王权院长、苏前院长，还有我们最刚当选的尤院长，他们都是立法委员选举的同年二月一日当选为立法院院长的哦。这样有好不啦？我很担心呢，我这个比武汉肺炎再来的冲击是立即而明显哦。我们至少本院目前还没有人确诊，还没有两位确诊。但是，一旦这个法律宣布是无效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明年再来选院长？我想原则上，我们操作上面是这样子，合乎法律效用是对的，但是。那个钟委员所提出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可能有必要啊，再做这个法条的修改了。那如果这个办法还没修改之前，我们到底院长有没有效？这个选举有没有效？我觉得还是有效啊，还是有效。不，可是不能你觉得啊，因为你是院长派的，你当然主张有效啊。万一院长无效的话，我们也通通跟着没有效。我就是找秘书长、副秘书长可能会无效哦。啊，有没有在场？有没有法制人员？有没有立法院？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法制局局长呢？局长呢？局长呢？来，简单讲一下好不好？我做家里无好的呢。跟那个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有关这个我们立委的这个任期哦，大概就是固定的。是。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这个这一届的任期就是今年的二月一号。是。那我们那个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里面规定了，它第一条之一哦，对，就是定二月一号选举。所以说我们本届的立委一月十一号选出之后，那这个按照这个办法规定，它是在有一个预备会议，二月一号。对，那那一年是什么意思？嗯，那的一年，那个一年可能是指什么意思？当时嘛，当时是都是在年底选。当时的考虑哦，对了，因为我们以往哦，从这个第七届开始哦，那个时候我们是这个国会减半哦，然后这个我知道第七届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第七届之前，对对，是年底选，立法上一年的当时二月才就职，因为以往我们大概就说。立委的这个选举都会在这个前一年度选，是啊，但是这几届之后都变成是同一年当年选，所以，啊，怎么办？没有，这个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应该那要不要送大法官解释一下？那不是，如果说这个要法律是否有效无效，要谁来解释？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对呀，啊，叫大法官来解释。是啊，是啊，那秘书长。法制局长说了哦，这个不是你说了算数，也不是我们说了算数，这个要请大法官说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内规的办法没有修改之前，我们选出来的院长，好，到底有没有效？我想立法院的为那个这个法规是属于内规，内规，对，那所以不用请大法官来解释，要委员认为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来，各位委员在场委员认为有没有问题？都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有人认为没有问题，好了，这个我不为难你了哈，所以我是说哈，这个也不是我们法制委员会说了算数了，也不是主席说了算数了哈，那所以我们请一下，赶快哈，法制局哈。不过我们谢谢委员提出来这个问题了哈，好了，我们还是要面对了。来，我的目的其实哈，我们立法院有很多的内规哈，需要不合时宜，请看下一张哈，内规要就是要稍微整盘点一下了。对了，对。说到这里哈，我弄一个。刚刚你在跟我对谈的这个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视力检查表？你看得到最下面那一行吗？我视力没那么好。是啊，我的视力也没那么好哈。现在我们这个司法委员是我们院会八个委员会最特别的，其他委员会呢，我们是官员跟是两边，
咨询，我们都有片面一个大看板。这种发现呢，我来这边几次之后，我发现我讲话看着被询的人呢，你们桌上你们看不到，太远了。我这边看呢，也不见得看得到。我辛辛苦苦准备的 PowerPoint 哈，我自己都看不到。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的职员们呢，都有一个笔电。结果你们要备询的人呢，你们都看不到委员在问什么，有没有这个困扰？会不会就是这样？说拜托拜托，这个小事一桩，是不是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至少你们前排的列席的首长席装置个笔电，或者说一个桌上型，就是可以看到或者放在桌面底下的？我们委员准备这么多辛苦的资料，要自己看，要请你们看，也好歹可以看得到，可以答应这个马上改进吗？这个是我们议事处那个资讯处啦，资讯处可以吗？至少这一排桌五个位置都装个电脑，让我们备席列席的备询的首长可以看得到吧？我们请处长来答谢一下，处长。感谢委员哈。那委员每个人都有配 iPad， 只要进到我们的，我是说你们没有啊？可不可以桌上装一台？桌上装一台没问题，都没问题嘛，哈，没问题，好，那可以了，就是我怕你们看不到了，好，好，所以我的结论就几点了哈，第一，希望呢未来我们选正副院长的时候，希望我下届还有机会选了哈，我是说投票啦，希望呢你们把这个部分做个改进，这个没问题，好，这没问题，好，马上答应了，那我们的互选办法跟其他的立法院内规尽速检讨，好，那最后呢我们会议室的各项配备，比如说以司法法制委员会来讲，尽快充实，好不好？好，希望你是有效的，干不起来。好，谢谢。好，谢谢中央兵中委员。我如果可以的话，回应一下你的问题，因为刚刚你没有让我机会回应了啊。不会，没关系。秘书长不用担心了，你的担任秘书长呢还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就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就算是一年，的确，我觉得可能那个应该明年了哈。明年我觉得第十届的院长、副院长，得再选一次啊，得再选一次，因为基本上来讲就是违法，可是您的担任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你来不及选出的话，它事实上是延续的哈，所以秘书长的那个任期没问题。但是的确，谢谢钟委员的这个提醒大家，谢谢，明年呢，我们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要再选一次 ，OK？ 所以我们在座的委员都有机会 ，OK？ 好，下一位我们请赖香伶赖委员。好，主席秘书长，大家早哈，谢谢大家在我们二月一号上任到现在啊，提供的各种协助服务哈，特别在防疫方面，我相信大家都费尽了心力。那我想，我今天针对您的报告里面呢，也想要就教，就是说，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伊朗啦、法国、意大利各个地方，都传出有国会议员或者是首长哈。的这个因为染疫然后必须隔离啦，或者是进行治疗，那所以我相信今天的报告主席的安排一定是希望说我们也能够尽早的提出防范，或者是做出周延的一些准备哈。那我想今天就先进入立院啊，因为立院我来这一阵子发现其实这边的工作人员跟出入人员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有没有量过以一天的记录来讲，像就以今天为例，进出人次量啊，有高达千人以上，还是上万人次哦？就进出的这个，我们大概原则上大概一天的进出大概就是1000到2000之间了。这是人嘛？那进出呢？比如说我进青岛港哦，我就大概一天走八次嘛。人次有没有记录？没有特别记录人次了。是，那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员警在第一线，他量这个，他就是看这个贴纸嘛。对。所以如果没有贴，他就说那再一次。再量一次。就说这个贴来贴去哦。所以看起来就是整个防疫都是靠关口的这些员警同仁嘛哦。那所以这一部分不晓得我们立院有没有对我们这些员警同仁有特别的加给，或者是给他一些相对的这个奖励呀？这个是我们哪个单位的？我们总务处。总务处是。看委员报告哈，目前警卫队执行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勤务里面的话，它的加级还是跟以前一样，并没有说额外有增加。是，所以我说，我常常看他们在光这个进出操作的动作，一定比其他的行政单位哦更吃重。不管进入行政院人数没有我们多吧，到各部门部会。
进出也没有我们多，所以立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域了哈。所以是不是说秘书长也可以帮我们的驻警？好，我们来考虑一下看，对于我们辛苦的严警哈，这段期间的执勤，我们考虑应该给予他们适度的奖励或者是一些奖金的发放。是，谢谢秘书长。我们会来考虑。好，那另外就进入到有关异地办公或者是这个分区分组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们查了一下资料，不管是总统府或者是经济部哦，总统府他是考虑说分区分组，那当然空间跟我们不太一样哦。那经济部他也做到部长跟次长可能会有分时段来做一个办公的一个调配。那我知道最特别的是像中央银行啦，他说他们会到桃园的造币厂分地办公这样。那卫福部更不要讲了哈，还有包括内政部啊，或者是银行。其实银行很早就在启动他们的异地办公跟人力备援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立院自己哦，因为我看我们的空间加上我们这种空气流通性，这个空间其实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要必须采取的话，那不晓得是我们哪一个处室说，这个异地办公在立院啊，我是讲工作同仁，不是讲委员哈。那这部分的规划是有没有其他的空间来做处理？我们现在立法院又以我们的空间有限哈，我们要异地去找另外一个场所办公，或者是我们现在是有它的困难了。是，所以如果万一我们这边有状况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可能采取像有刚刚几个委员垂询的，就说我们可能就是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做开会的处理。好，是这样。那视讯假设有一个议员啊，国会这个委员啊，他这个必须要隔离的话，他在家也可以接触到我们资讯方面的这个视讯会议吧？没有问题。好，所以我想大概空间上我们很难，可是在这个资讯的这个功能上面哈，应该是可以做到位，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好，是我们有做准备了，是必要的时候我们才用，但最好是不要用到。当然、是好。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整个立院的这个防疫里面最直接就是出入口的这个筛检啊，量温哈。然后呢，空间上我觉得这个空气的流通是做得不错。然后大概是个人保健，我相信立院跟行政院在这个资料上面显示的都是一样。那我想我最后一点时间比较是要想，是不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接触人比较密集的一些工作同仁哦，他们在防疫上面的 SOP 啊，比如说公车的驾驶，好，公务车的驾驶，就是我们这些坐车的驾驶，还有我们会每天到办公室清洁的这些同仁啊，还有收发科的同仁，那这些都是我的助理跟我特别提到这四类的人呢、那现在在我们的 SOP 的流程里面，有没有特别给他们加强卫教，或者是给他特别的一个防护的一个资？有的，我请我们总务处这几个刚好都是总务处他们的人员。是，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立法院里面对于在密闭空间从事工作的服务人员，基本上我们是以服务人员为主哈。像有几个地方，像是医务室、会客室、出纳科、会议室、图书馆、台银、邮局、福利社等地方，我们都要求我们的服务同仁里面都要戴口罩。那这些部分里面，我们的相关单位里面也都配合在做到，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要求我们的服务人员一定要戴口罩。至于其他同仁，并没有硬性的要求。以上报告。所以他们的口罩，刚刚也提到，你们当时就是说有去这个争取了40盒，是不是？是。那现在剩22盒嘛？是的。那在这个配发的这个需求上面哦，我不晓得这个我们立院跟中央的其他部门是不是都一样的。这个配发的，跟委员报告哈，立法院自己本身原来医务室有10盒的口罩，再加上跟疾管局要了40盒，总共是50盒，是。那么目前是剩下22盒。那么我们使用的话，并没有配发给我们同仁，因为配发同仁一定不够用。所以我们目前是说，比如在会议室里面有咳嗽的症状，但是没有戴口罩，我们在紧急提供。好，只有这些症状才提供。那当然，我们有提供一些给我们警卫队的同仁，在第一线的同仁里面在做使用。所以目前剩22盒。确实，这个量哦，跟配发当然也不能说好像我们就有特权，好像可以要求配发。可是有一些特别的
工作者，我相信是你们有权利要求配发的啊。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公务车驾驶大概是有69位嘛，是好，那他们在跟这个委员的这个开坐车的时间平均起来，我相信一天应该超过6小时左右啊。那这样的一个工作密度跟空间，基本上我认为配给他们是必要，而且是雇主的义务。在职安法里面的277条设施规则也强调了，雇主要配给这样的一个人呢必要的防护措施跟物资。所以我是很建议我们立院可以用职安法的方式给这69位司机哈，看是一周你也一样是2片，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去排，他可能家人也没有帮他排，所以他终究还是没有。像我的坐车的几次有戴口罩的几率只有1/2，那通常就是我戴他不戴，那他戴我也戴，那他戴我不戴，就是终究互相保护啊。所以我很期待，就是说这个公务车的驾驶69位啊，能够争取给他们一周起码2片。那我认为这个是雇主义务可以要求的啊。那这个也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可以帮他们去争取。好，谢谢。那第二个比较是清洁人员啊，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个空间都在委员会委员的办公室不同间不同间去做巡查。那我知道目前的人力大概也只有60-70位。对，好，那这个当然他的雇主是第一社福基金会，但我想立院是不是也争取帮他们这样的一个社福团体呢，也争取给清洁人员还有我们的坐车司机可以有这个权利。那我相信用职安法这个绝对不会引起社会上说我们好像使用的什么特权来争取，好不好？这两点请大家谢谢，谢谢赖委员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我想我们会来按照这样方式来做处理啊。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也就叫我们立院有成立一个性别工作平等会，有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我们在上一届，上一届的第一会期就成立了。是，那我们有收到要指派这个委员嘛啊？那我们党也有一个席次，那我本人就被遴选为性平委员。是，那因为昨天是38妇女节嘛啊，所以我也很期待说我们立院呢真的能够照当时成立的目标呢，来让我们在职场平权啊，或者是性别友善，甚至是性这个相关法规的这个推动的时候，可以有性别影响评估。那这部分是不是我们在法制局或相关的单位都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处理？我们都有，比如说任何一个法案出来，我们都有针对性别平等的一个评估报告。好，然后我们对于性别平等的每次哈这个性别平等委员会开会都会做一些建议跟一些应该要有的措施等等，那只要委员建议的，那只要可行我们就全部都来执行，所以现在进行的还算是蛮上轨道的。谢谢。那什么时候会开这个届次第一次会？什么时候呢？可能我们组成之后很快就会开了。好，谢谢，谢谢，谢谢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玉鹏委员，郑玉鹏委员，郑玉鹏委员，郑玉鹏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谢谢主席，秘书长，还有各单位主管。委员好，嗨。早，比较辛苦哈，尤其是这几天，我们要因应新冠肺炎了哈，然后立法院开始开议之后，所有来来往往的人真的很多哈，大家拢错了蛋了哈，唔知影今嘛疫情是愈来愈扩散啊，是当慢慢来收尾哈。有关罹患也部分啦，我要请教秘书长，你们有没有收到行政系统里面来的文，就是要求说我们可能要仿效总统府、行政院、考试院等等啊，做异地办公？这样的规划，目前有收到。目前有收到吧？有收到哈。有收到。那这个时间是定在3月10号，好，要有部署完成。那请问一下，现在立法院这个异地办公的部署完成了没有？来，我们请一下我们人事处，麻烦一下，报委员哈，因为各机关哈，因为机关的性质任务不一样哈，所以也迄个。措施不一样啊！我跟你们猛攻，我们现在部署完成了没有？我先讲，委员不，因为我们立法院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委员开会嘛。对啊，委员都在我们这里开会，对他的部署是一个是主要能力，一个备援能力。对啊，像我们委员会其实8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备援的
的地方。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说，行政单位，比如资讯，比如我们公报这些，我们可能就会备援，像资讯处他们可能就有规划在新店那里备援。我知道你的部分，因为我只要问问题嘛，例行下这，可能包括秘书长可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我们立法院现在的职员工的人数总共是534人，那如果按照我们行政系统的建议，因为这是为了大家好了，大概五院都会配合，包括监察院也会配合，监察院有监察委员，考试院有考试委员，立法院有立法委员嘛，所以我们如果有同意要异地办公的话，我们自己立法院本身的这个 full time 的这个职员，对职员大概有三分之一要异地办公，那还有就是委员本人，那委员本人刚刚处长讲过了，委员到这边开会，可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府里头或者行政院发了一个公文，就是未来的人民团体如果在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透过视讯会议里面所得到的会议结论是可以当成正式的会议结论。好，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政策当然就是配合整体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这样的处理，但是似乎我们这个部署还没有开始部署完成，所以异地办公也好，或是未来的视讯会议这个部分，好像目前不管是没有经费或是不管没有人，几乎没办法做到。譬如说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秘书长跟副秘书长，你是不是要分开上班？好，或者说你们永远不要碰到面，你不是跟他是仇人，但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因为秘书长跟副秘书长本来就是要交替替代的部分，整个是那个代替他的职位，所以在未来异地办公的时候，可能你固定在哪里办公，他就不要去，你哪里出现，他在东，你就要在西，这些到底做了没有？我要问，等一下，我全部都问完，你一起回答，你到底做了没有？其实这个的重点就在于是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立法委员有没有要规范未来我们可以透过一定程度的视讯会议，因为视讯会议的话你有留音留档，你不能说谎，来就来，没有来就没来，那除非说是他是有表决，然后是秘密投票等等这些行为，有没有可能用视讯会议的时候跟行政官员是远距之间的质询，不要像上礼拜五，还是上礼拜在那个咱的立法院群贤楼那个所在，里里扣扣规定人三四百，我跟你说那个所在如果有一个人丢掉，可能整个行政立法院大概就整个都垮了，对不对？不管我们医疗体系有多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可以预知到有可能发生了这样的风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那这个是大事。另外一个小的部分，我刚有提到我们的立法院里面呢，大概职员工人数534，可是里面并没有包括我们常常走来走去的清洁工。对，我们的清洁工他可能从101会清洁到909，同样一块抹布，我不晓得，可能这不符合 SOP， 但是它有可能也是潜在的风险。好，那这些人我们到底有没有控管？有没有要求他们也必须要做比较好的、良好的管理？因为医院的感染有出现清洁工，包括 SARS 或现在的新冠肺炎，这以上这三个问题啊，可能我要拜托秘书长来帮我做一下策略上或者政策上的回答，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个刘委员哈。那个异地办公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大概资讯处啦，还有相关的一些处，我们有做异地办公的准备了哈。那至于说我们职员本身之间的那个，我们大概都有跟主管跟副主管，我们都尽量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如果真的有状况，他们可以轮替。但是我们因为由于办公室的有限，所以我们异地办公的那个视讯啊，我们现在讲究科技啊。其他单位我们比较困难。对于第二部分，我现在简单讲一下。下一次哈，下一次你出现副秘书长就不要出现，可以吗？可以，可以这样子。OK， 没问题。等一下我就会消失，他会存在。好，那个视讯会议我们是有准备啊，我们有准备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如果说我们有必要做到视讯会议，而且各位委员没有办法这个来一起聚在一起这个开会的时候，我们视讯会议我们是有准备。那现在只有一个部分，我刚刚有跟委员其他委员有做报告，就是说视讯会议有一个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投票的那个
那个立法委员投票的那个法律效用，我们要经过朝野协商，大家认同，好啊，这样子就可以。那如果这一块又补足，那我们整个视讯会议，事实上我们是有准备好，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去用。那还有视讯会议的一些流程的一些，刚刚吴委员也问得很仔细啊，他这个也问到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流程啊，让每个委员都知道说我要怎么进去开视讯会议等等的这个，我想我们会事后，我们也会赶快把这个跟委员做一个等于是一个报告，让所有委员都知道说，如果说真的万一状况啊 ，in case 我们要只能视讯会议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处理？大家来做视讯会议的开会。那这个我想我们有在准备，而且已经大概准备妥当，只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是最好不要到这个程度。那再来。刚刚委员又讲到清洁工了哈，清洁工真的是我们也是最伤脑筋的啦，因为这个清洁工哈，我们是委办那个第一社会基金会他们来做，那他们是一个慈善机构，那他们对员工的那个等于要求哈，我们会。跟我们的总务处，我们会再一次的看要怎么样做加强信念跟要求，还有他们的整个那个一天的实作的状况，好，然后他必须哪一个步骤要怎么做，这个详细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跟那个第一基金会哈，社福基金会我们有在做联系，但是现在的整个成效哈，我想我们大概只做到比较初步了哈，那如果说还要做更进一步的，比如说他必须多久啊要轮换呐，然后一个人不能够从A 区做到所有区去，不行，我们要每一个人只能做一个区，而这个每一个人做的每一区我们都要有记录，你是做这个区，你不要一个人做全部的，那这样子的话万一 in case 的只有一区可以封闭，不需要整院都封闭，那这个问题我们有列入考虑，而且我们有跟他们在实际来做研究，来防止类似的情形，而且也希望能够完全落实啊，所以我们谢谢。对，我们知道说第一基金会他们确实是照顾弱势，对，可是在防范疫情的 SOP， 我相信我们的卫福部也有，好，把他们 SOP 拿来参考一下，可以尽快落实。好，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央空调，好，我们的中央空调的系统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就顾不清了啦，好，来对是不是有退伍军人菌啊，或是甚至像现在大家比较害怕的为了新冠肺炎这个部分，不是只有我们的办公场所，包括那个立法委员休息的地方，还有我们有中部，我们是不是立法院有中部办公室，就是只要是立法院的所属的这个机关里面的这个中央空调的清理的状况，恐怕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对对对，报告委员，我们是都有定期来清理了，是是。那但是可能防疫期间还要更密切啊，更频繁的清理了，这个我想我们会来做。对，因为我觉得中央空调也蛮重要的，尤其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欧洲，包括说伊朗跟意大利，甚至有军人还是参谋总长也受到确诊了，我觉得这个是太严重的问题。是。那尤其我们来这边的官员几乎都高阶官员，一个高阶官员如果有状况的话，他可能影响的不是上百上千甚至是上万，然后已经影响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国力或者是我们的行政治理，所以我们大概千万不能马虎了。那个秘书长跟各位干部会比较辛苦，可是我们还是尽量防范，好吗？好，好，谢谢刘委员，我们会照办。多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刘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吴委员。好，谢谢主席。林秘书长。好，吴委员好。是啊，那我想最近的这个防疫措施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尤其是我想我们疫情指挥中心也对最近的很多包括公司啦、各行号都有相关的一些防护措施的哈。那我们立法院又特别不一样哦，就是因为刚刚大家在询问过程中也提到了，我们立法院进出大概一天大概1000到2000人哈，那进进出出的人非常的多，而且都包括我们立法委员，还有各部会的高官哈，还有他的所谓的行政官员，实在是应该是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都在这边进进出出啊，所以对防疫工作反而好像感觉又有点
很难处理哦，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财政委员会进行的六个这个委员会的联席啊，那上百应该是三四百人左右啊，那个密闭的空间，尤其没有窗户，好，这个部分我觉得刚刚那个周春明委员也提到了，连电梯都是拥挤的啊，对，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很担心这样的一个会议的开议，那让大家充满了担忧，我们自己每个人去开会都会 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们怎么样去防范这个，真的 是立法院要有一套，可能自己除了卫务部的指引之外，可能要自己一套更密，应该说更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形态，跟院会在进行，包括委员会进行或院会的进行的一个形态，可能要积极的定哈，所谓的超前部署，可能要更及早的来做，像刚刚提到的视讯，刚刚听起来是有在准备了，可是真正操作或是怎样运作，我想可能真的要有点时间去研拟，或是所谓的跟委员们讨论，那怎么样让这个视讯真的当发生一个包括确诊案例，或是我接触过确诊案例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启动这个视讯的一个会议，这个可能不是说现在放着而已，可能所有东西都要准备好。是这个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你讲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最担心的、最担心的问题了哈。啊，所以我们真的也是积极在准备啊。那个我们就有考虑，像比如说九楼大礼堂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本来也有考虑说是不是要把它关闭了哈、就是说这个会议室就不用，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么多人。对呀、但是看来那个我们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要跟那个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沟通啊，因为那个是一般来讲那个是财政委员会的他们的专属的那个会议室嘛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会议室给他，所以我们是有困难，但是我们会尽量的跟那个所有的那个行政部门讲说，如果你们来的话，最好是只有这个必要的人来就好了，不要那个幕僚一大堆来哈，所以人量尽量的管制到最小哈。那如果说其他的我们会尽量的跟那个行政部门讲，然后我们会议室也会尽量的做调整，是啊，这是我们所以这部分就是针对一些相关的官员，如果是比较可以尽量不用来的，就尽量尽量不用来，这样子连助理也一样啊，就是说尽量不能这么大的会议，尽量如果助理能不来的，对，就请他们尽量不来，就在会自己的办公室看视讯的，我们直播的就可以了哈。我想这部分可能我们要做这样的鼓励的哈。如果在这段期间，其实我们有时候就在办公室看视讯，整个直播就可以知道每个委员还有官员的回答是什么嘛哈。所以我想就尽量减少大家聚集在这么大的一个会议空间里面，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是在让人也非常的担心啊。对，那可是对记者的管制，我不知道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管制。我们现在对记者的管制哈，事实上我们现在可能今天明天我们就会提升啦，是因为昨天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开始要求，对要做梅花座，或是至少要隔一公尺以上的这个距离，然后摄影机要往后再退。没错没错，因为现在那个就等于指挥中心我们有跟他联系，那他对于记者有做出限制来，是那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有大概七位还八位记者在居家隔离中，是就是上次澳洲的音乐家这个对，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立法院的记者这边可能我们也必须要做适度的隔离，不是隔离啦，适度的那个安排，对，就是说我们看比如说有些委员会，我们可能就尽量的请他们不要到委员会来采访啊。那他们如果采访的地点，可能我们要规划一下，规划几个地点，让他们在那边采访我们的
委员啊、嗯，不要每次都突然堵麦这委员。另外一个堵麦这个问题、欸，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要跟记者，我们如果要做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跟记者协会沟通，是因为记者是属于比较我们立法院哎、欸、对第四权第三权，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他沟通好，说目前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要这样处理，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哈、啊，大家一起来配合？那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子处理过当，那应该要怎么处理哈、啊？我们会跟他们先沟通，沟通完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执行了。因为记者事实上，对我们来讲，立法院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是说应该说立法院整个核心的一部分了、嗯，所以我们当然对记者，我们也要一方面保护他们，一方面也要让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所以这个尺寸的拿捏，事实上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还会是不是继续沟通？我们秘书处就会跟他们沟通，好，他们有记者协会嘛，哈，对，然后跟他们沟通，然后看他们认为说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嗯，那我们沟通好的话之后，我们可能会有几个点哈，我们就说啊，我们设几个采访点，你们都在那边采访，那采访的时候，采访架，对对，那如果到委员会进来，到委员会进来的所有记者都要实名制，都要登记，然后再来的话，必须要召集委员认可，他才能进来，不然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委员会就请记者能够不进来就不要进来，他可以看视听。那类似这样子，只是我们有，因为昨天中央选举委员会不是选举委员会，疫情委员会中心才告诉我们说，对记者我们必须要有相对的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今天才开始跟他们沟通，我们大概会尽快，可能明天后天我们会沟通完之后，我们会有公布对记者的一些处置的一些方法，那大家看要怎么样来保护他们，看怎么样共同遵守跟共同来保护彼此的哈，是这样。好，另外一个，刚刚大家好多委员在问，那我们的这个立法院如果要达到所谓的休会或停会，好，稍微休息一段时间隔离，那是像什么样的标准？刚刚好像秘书长提到的是用学校的那个，只要一般两个人就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停班的课一个。应该是原则上，如果有两个委员确诊，是可能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是不是这个场所就必须要。这个场所是包括是讲指委员会的场所，还是各委员会？可能全院。全院哈，因为大家的全院就要互动频率太高了。对，全院就可能必须要就是说停止使用，稍微隔离一段时间来做前面的消毒之类的。对，好，所以这个是要有这样子的措施跟想法。那这个隔离的时间14天是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处理，还是说我们就休息14天？我们现在类似这样子的，我们当然是希望立法院能够都终止休会，也能够开会了。是啊，就是这个场所不能用，但是大家也能够视讯来使用。是，但是这样的状况是我们的理想了哈，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我们也不知道。那这个情形，我们有在附案。在备案中，我们要看怎么来处理。那我们视讯的问题，还有视讯会议的状况，我们现在是我们资讯处是全力在处理中，他们会很快的做出。刚提起来是视讯是没问题，现在只有投票还要克服一些包括要各党团都同意的情况，然后技术上没有问题吗？投票的部分，资讯处这边。投票有没有问题？刚刚听起来好像还有点问题。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电话座机变成行动，没有问题。第二个是行动办公室，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回家，包括助理线上办公。那会议的部分，因为是正式的会议，是不是我们平常大家几个聚会讨论一下，所以要有记录这些东西。200人之内，我们有个 Microsoft Team 的正式的软体，但是如果全面大量使用，我们还要安排。如果说是像公听会一样，只有一两位委员确诊在家，我们目前是有 standby 的设备，没有问题。是，好，那我听起来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对，没有错，操作的非常可以，操作很顺利啊。因为
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还没有碰到类似状况啦。有人休会了啦。有人休会了，但是他们没有，没有继续在开会，对啊，他们没有。对，那我们是想说，如果我们这个场所不能用，我们也不叫休会，是场所不能用，但是我们要用视讯完全取代，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超前部署，可能要及早的规划更清楚一点？我们正在努力这个方向。另外一个真的要跟秘书长在。请愿啊，也拜托有关司机的口罩或清洁人员的相关口罩，他们是在执行他的业务，尤其司机是在我们委员这样上下班，然后每天都换不同的人，那么你不配他口罩，你叫他自己自备，他也没时间去排队，所以这个部分不能说推给劳工自己去自备啊，这部分是不是在我们现在还好疫情，这个口罩的生产量已经到一天可以到1000片，是不是跟防疫中心那边赶快来协调？因为配置在公部门这边的口罩，我觉得还是要，因为我们立法院毕竟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立法机构，然后而且也是公务机构，应该要加强防范。那这些工作人员要给他足够的。这个防备好吗？不，刚刚都没有特别很清楚的承诺，你是不是可以赶快跟疫情中心？本来对于司机，我们是请他一定要自备，没有办法，他自己要去请假去排队吗？现在还在目前是因为实名制嘛，所以他本身就自己可以买啊。那如果他没有一天才两一个礼拜才两片，那怎么够用？我们先三片，我们会帮他买啊。你们会帮他买，因为他只要那个卡片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他买啊。是啊，因为司机们都说没有啊，都要自己去买，所以他们有时候没带，所以我们都也是非常的担心他们的安全问题。好，如果我们可能还做不足的哈，是，我想我们会赶快，因为现在口罩量应该充足了啦哈，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协调我们这个疫情中心这边，我们来赶快来提供相关的，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因为那个谢谢那个委员，那个我知道秘书长刚才因为10点多之后会有那个其他重要的这个行程啊，所以那个秘书长必须要先离席，所以是不是秘书长先在您离席之前，我们可不可以先处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临时提案？好，临时提案，好，是不是先？先念提案是吧？先宣读一下。好，临时提案一，为因应防疫部署，提升防疫措施与执行成效，建请本院秘书长率所属1周内于官方网站设置中英文 Q&A 专区，以供访客与民众提问，并请专人于该区及时回复。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临时提案二。鉴于美国国会日前举办听证会，并做成8项重大决策，本院作为民意最高机构，为因应防疫部署，建请举行网络防疫公听会，广纳民间意见，以供行政单位参考，并提升防疫措施与执行成效。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及时提案三，有鉴于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一条之一规定，院长、副院长选举应于每届立法委员选出之1年2月1日报到，宣誓就职当日举行。建请本院针对本院2019年2月1日选出之第10届院长及副院长是否有效性，于1周内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好，临时提案四，鉴于本院作为中央最高民意机构。为因应防疫部署，建请本院应于1周内，针对如发生院内确诊案件，因应疫情延议停会或休会等，建立相关 SOP 与标准，同时建立就立法院远距开会，延议明确会议配套设施与流程，必力提升防疫措施与执行成效。提案人委员吴一丁等。好。原则上哈，跟那个主席报告哈，这四个我们原则上都认为我们必须要做的哈，我们觉得这个都对我们来讲都很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就是说一个礼拜了哈，都一个礼拜有点急了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1个月时间内了？但是如果一个礼拜我们做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拖，就是说。
这个秘书长本席这样具体建议了哈，比如说你因为有一些是牵涉到它的急迫性，是啊，急迫性有急迫性的是不是时间？你可以用不同的期间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好。那秘书长，那个第一案的部分一周内可以吗？还是这个一周内我们要请我们的资讯处，秘书处多一啊。多久的时间？我觉得比较具体，就不用耽误秘书长的还有委员的时间。好，这个我们两个礼拜好吗？两个礼拜。好。好，我们两个礼拜，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就两个礼拜来处理。好，委员如果有意见就提出来，没有意见我就尊重我们秘书长的意见哈。那第二案的部分没有问题吧？这个。第二个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第三案的部分，第三多久的时间？这个我们是不是给我们半个月了？好，就是两周内。对 ，OK， 没问题。好，第四案的部分，第四案这个两周，这个也是两周，好，好，两周内。好 ，OK， 好，那我们四个好好努力。对，好，谢谢秘书长的承诺，谢谢 okay, 好，召集委员，那我是不是可以请假？是，好，是，谢谢秘书长。好，我们接下来请蔡逸瑜委员。谢谢主席，那我们是不是请副秘书长了哈？高副秘，好。副秘哈，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立法院，那我们在中山南路、暨南路这边，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但是你应该也知道说，我们立法院所坐落的这一块土地，它的土地地目，事实上现在应该还不是机关用地嘛？是，已经是机关用地了。地目是对的，地目已经对了，但是它整体过去它是一个学校，哦，它是一个学校变迁过来的，所以历届的立法院院长都有在努力一件事，就是所谓立法院的迁址，哦啊，我知道在上一届的苏家全院长也曾经努力过要去，哦，他可能思考在台北再找一块适当的土地，好，哦，那跟台北市做交换还是怎样，好，哦，那我想要问的是说，那这样的一个工作会因为届期不连续所以就停下来吗？还是说你们还会有继续在筹备这件事？报告委员，我们在游院长上任之后，第一次跟游院长做业务报告的时候，就有把这个议题提出来向他报告。那目前就是我们院里面的这个土地，虽然是属于我们使用，可是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比较大兴土木的话，这个有很多程序要走。那如果是要迁到现在院子以外的地区，不管是那个北中南哪一个地区，那它更是一个大的工程。那目前我们是院长有指示我们大概在两个月左右会给他一个基本的报告，那再往下走。那基本上将来的程序上是会包括由委员组成一个，假设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方向的时候，会由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做相关的咨询，甚至做决策。那完了以后，我们再去这个地址的选定，然后包括预算的编列，整个所有的规划，这个起程，这会去进行。看起来都很难有进展了。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继续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是行政部门拖这么久，早就被骂翻了。但是我们自己立法院，我们也很难去苛求我们立法院的同仁去把这件事落实嘛。因为毕竟这里已经是一个大家在这里习惯的一个场域了哈。但是如果你以一个立法院啦，哦，那我想在国际间大概目前就是台湾立法院大概是长得最不像样的，哦，不像立法院的立法院，哦，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也是要较认真的去进行这件事情。而且过去也有讨论过立法院迁址到台北以外，
哦，像是中部，哦，甚至有没有可能到南部？哦，那你们还有在评估吗？还是说你们现在只是锁定我在台北市在找另外一块地？没有，我们是各种方案都有可能，因为以上一届来讲也有委员提案，但是后来就是说最后会不会成案的原因是那个政策的决定点。那我要报告就是说，包括行政部门或者是包括大家所有的共识，好，就是说那个立法院迁建才比较有可能，因为它必须要土地，必须要比较大的预算，然后必须要是整个国家包括国土计划，甚至土地的话，在中南部当然预算相对低很多了。对，土地的话，哦，那台北事实上以这里来说是做黄金地段的，所以土地的如果是中南部问题没有那么大，哦，那如果相对是在台北的话，你的问题都会加多。但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你们安怎决定？还是因为说，哦，因为每个立委有不同选区的一个压力，所以你们想说，那我就把它放着好了，都不要去动，反而就不会引起立委跟立委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变这样？不是，大概也不会，因为原因是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比较具体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征求所有的委员，包括党团的意见，然后正式去组成一个委员会，那大家再来决定那个最后哪一个地点，假设能够成的话，那再去看他这个预算必须框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欸，我很期待在我们游院长的任内哦，可以真的启动这件事啦。好，哦，啊，当然你们身为幕僚的，事实上也可以多给他多一些想法跟意见啦。我顺带跟委员报告，就是游院长，因为他曾经在宜兰县当过县长，那大家知道现在宜兰的县政府这个地方法院，包括议会那一块区域，当初是他规划的，而且是开国际标，所以他事实上对于立法院、国会迁建，他本身是蛮有信，就是说他本身是希望能够促成，好，而且以他的观点来讲，他认为假设我们国会要迁建，将来是必须是国际化，而且是比较长远的那种规划，是一个比较我们讲，就刚刚委员讲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实在不太像一个国会。对啊，因为事实上在外国可以看出说，国会也是让一些民众可以去参观，然后可以去在国会的一些议事过程中去充分让他们旁听，然后可以了解整个国会运作的过程。可是你以我们现在长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会来说，事实上是很不便民的，民众是进不来的，他想要来参观是足困难的。好，哦，那我觉得说在民主国家这样的状况是不好的。好，哦，我们应该要更加开放，国会的开放不只是电视转播而已，包括他可以亲身去经历每一段质询或者是公听会的过程。好，哦，这个我觉得可以再检讨啦。好，哦，好，那第二个是想要请教的是说，那因为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在推动这个这个节能就是减碳的一个工作哈，哦，然后所以减少用纸张哈，哦，大概是一个趋势啦。那我们立法院这几年哈，哦，那也都有开始有在推动这个减少这个纸张的一个使用。好，哦，那但是在上一届中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的预算这个印刷费嘛是要加贼啦，所以说在上一届我们还是没办法有效的把整个印刷费 cost down 下来。那这一块的话你们有怎样的规划吗？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过去几年里面，其实在纸张的这个使用印刷这一部分其实有蛮大的成效啊。那大概两部分，一部分是正式的会议，包括委员会包括院会，我们所有的这些关系文书其实我们都已经电子化了，那包括如果你愿意下载在电子的那个媒介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也做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每一届开始啊，我们这一届也开始就是说向各委员办公室去填有一个问卷，那当然如果是连任委员，他基本上他的倾向我们会知道，有一些他认为有一些印刷的东西他不需要，我们就不会再印啊。所以我们这个印的量跟那个纸张的使用量其实是降低非常多，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改进。那包括我们的主管会议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无纸化的一个会议。以上报告。好，我想这无纸化的工作
是应该是要再好好去推动了哈。那这个就是减碳工作，我们立法院来做一个表率，这个是真的是需要。那我再讨论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立法院的一个公有的问题哈。那我们知道说，针对。就是今年度的预算哈，是在预算中心也有提出建言呐、啊，就是他认为说，在109至111哈届龄退休的工友，他的预计就会达到40个人，所以人力的缺口是逐年会增加。好、哦，那预算中心的建言是，希望立法院这边跟其他中央机关移拨补实啦、啊，哈、哦，那以臂力人员的移拨跟活化运用工友，那我想。请教副秘书长哈，那这部分预算中心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那你们是否采纳要做这样方面的补实，还是你们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增加工友的能力，以及减少现在他们的工作量？包围，我们现在基本上工友，因为是就是说它的定额都是在人事总处，它是有管控的。对，好，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只能在中央这相关的机关里面大概来媒合，如果有愿意到立法院来服务的，我们都定期在做这件工作。那所以有一部分能力事实上是已经透过这样的管道来处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确碰到就是说比较大量的工友，他可能戒退或者是离职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我们也试图就是说，如果将来我们真的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必须去跟那个人事行政总处沟通，就是说由我们自己来禁用。啊，现在基本上是要由各机关来移拨过来。以上。对，我想因为整个立法院的运作，基本上这些最基层的工友哦，他们是最辛苦的啦。哦，因为每天这样来来去去，这么多官员啊，那啊立委啊、助理啊，基本上很多一些比较真的基层的工作，都是这些工友在落实。哦，那如果人数不足，变成剩余的人数要撑起其他的工作量，那我想这样也不合理。哦，所以我们身为立法院哦，我们也是一样是。五院的机关，我们不能在人力上，哦，是有这样的一个不当利用人力的状况。我想这爱就注意了，吼、哦，基本我们就注意。好，那我大概今天咨询就先到这里。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蔡委员，谢谢我们副秘书长。接下来我们请郑丽文郑委员。好，副秘书长、主席、副秘书长，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在关心立法院现在的疫情防疫的状况，请问一下这个秘书处这边有没有掌握，从疫情开始以来，到现在，立法院包括立法院所有的相关工作的同仁、立法院的委员，有多少人曾经进行过隔离，或现在正在隔离？就我们了解哈，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同仁还没有哈。那我们是曾经有同仁的家属，他的小孩，跟这个有一个病例是同事，那所以我们一知道这个讯息，我们是在假日知道的。我们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就通知那个同仁说，请你不要来上班，好，等到他儿子确认，就是说没有问题。那之后他才开始来上班。同仁本身没有，同仁的家属有，你们就建议他也自主隔离。那委员呢？好，那委员目前为止我们了解是没有啊。然后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也许有一些同仁是因为其他原因发烧，好，我们知道他的有发烧的情况，我们就请他不要来上班，请他用请假的方式、是。但就我的了解，我们的委员是有的，就曾经自主隔离过。哦，对不起。所以我想要了解，就是说，所以我想要了解的是说，第一个问这个问题是说，立法院有没有掌握，有没有及时的掌握所有立法院的同仁，包括委员，如果他已经进行隔离了，立法院这边有掌握吗？知道吗？有通报的系统吗？我跟委员报告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大概行政管理上面，我们大概会是我们的职工同仁哈，所以我们主要的了哈。那委员这一部分，这个您垂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在上个礼拜3月4号的主管汇报里面哈，那个就说你们跟疫情中心的联系是怎么样嘛？我们院长有请秘书长跟疫情中心了解。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刚刚问的都白问啊，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人确诊，有没有人在隔离啊，你怎么决定呢？没有，我们，所以到底有没有？现在到底有没有嘛？
我们秘书长手上可能有，但是我们当时院长有交代，就是说这个、哦，所以你并不确定秘书长有没有这件事。对，因为这个问题会是在，就是说目前我们大家对于每一个个案，基本上是不发布那个个案。对对对，我们没有要知道是谁，对但我们要你要掌握啊。比如办，我们刚刚讨论了半天，对不对？对，但是就我那这样子的话，所以是不是可以请？因为秘书长已经离开了，所以可以秘书长要回复我们啊，就是说他。有没有我们立法院有没有办法随时掌握这个状况是第一个，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掌握，后面的讨论都是白讨论了。那接下来，因为刚刚有好几个委员都问过嘛，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其实你们也没有做出一个最后的标准来，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就是说疫情在什么样的标准底下，立法院会休会？因为您刚刚讲到说，到底是像譬如说现在学校哦，两个学生确诊，学校就停课啦，那立法院呢？是多少人进行了隔离了，还是说多少委员进行隔离，他根本就已经影响了议事的进行，或者是说确诊，如果一个同仁确诊，两个同仁确诊，或一个委员确诊，两个委员确诊，到底什么样的标准立法院有可能休会？我们在上个礼拜三的主管汇报里面有提出这个问题出来啊，那就是包括说这个下一阶段啊，大家现在通常都在讲超前部署，那下一阶段我们大概设想会是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状况不一定是在立法院，有可能是国内的这个情况，当然国内目前疫情掌控得非常好，那有可能是国内的，就是说假设第一阶段有可能是比较大量的减缓人员的移动，但是我们立法院所有的这个运作基本上是维持的，好，包括开会。我是讲这个很模糊啊。好，第二个层次才是说，好，是不是要涉及到大家要不要停会的问题？好，那停会的问题，当然是因为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秘书长跟疫情中心是一直保持联系的。好，那所以那个标准，我们大概也要去咨询这个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意见。所以你们还没有定嘛？好，我刚听了半天，听起来是还没有定嘛？那因为刚刚讲到说，如果两个人确诊的话，我听秘书长的讲法就是说，可能，听起来就是还没定嘛？那你们有没有要定？第二个程序是我们假设涉及到必须要停会这个标准出来，这个状况出来的时候，那不一定是我们委员确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假设是比较严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出来，就是说我这样的意思啦，原则上也要透过党团，我们要对，我们要跟所有的党团知会，然后大家做一个决定。你们要不是你们要跟疫情中心要决定啊？党团如果说你们说要停会，党团敢说不要吗？如果疫情真的很严重的话，但是我们党团这个是你们，这是一个细节，成这不重要，你不要回答我这个什么要通知党团、啊。但是我们至少要报告党团，就当然要报告党团，你要报告所有的委员啊，都停会了。我要告诉我要问的，你这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我的问题是说，你们有没有要定一个标准？立法院在什么样的疫情底下停会？我刚讲了几个人确诊是同仁还是委员，几个人自主隔离了也没有办法开会了，还是你刚刚讲的第三个情形是我刚没有说的，全台湾疫情社区大爆发，所以说很多的机关单位由疫情中心直接说停班停课，这是第三种情形嘛？那我现在要求的是说，立法院应该自己定，最好不要发生啦啊！但是如果你一旦发生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啊，是一个确诊、两个确诊、三个确诊、五个确诊，是每个委员会的人都是什么标准？今天是关心防疫嘛，所以你就必须提前预想，万一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啊，你们现在连立法院有多少人是在隔离中，你都没有办法掌握啊！如果你多少委员有在隔离，你也没有办法掌握的话，那你怎么去？你定这标准也是白定啊。所以第一个，你们跟防疫中心有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马上掌握？当然各自是要保护的，但是起码你要掌握说立法院有多少人，现在疫情的蔓延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也会人心惶惶啊，立法委员也是人啊，对不对？病毒是没有分你是委员还是一般人的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刚说的标准嘛，是不是你们可以马上研议，然后在多久时间之内跟我们委员会提出报告？第一个演绎标准，这个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会配合。这你们一定要做的、啊。对，我们会配合着刚刚谈到的视讯会议，或者将来所有的这些程序，所有的程序怎么去处理？对。
一并报告，好不好？我等一下会提案啊，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你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然后你一定要提前部署嘛。这么多的，刚刚大家这么关心的疫情，其实关键是你要把这个停损点做出来，你把这个红线你必须要拉出来啊，不然的话，你到时候有没有真的要休会啦？就算你的视讯来不，我不会因为视讯来得及。来不及而决定休会嘛，来不及也要休会啊，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说重点是说，请把休会或停会的这个标准明确的做出来哈。然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就上个礼拜发生一个，说实在，我是觉得很扯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的院长被威胁啊，这件事情请教一下那个副秘书长哈。院长他被威胁，是你们去帮他报案的吗？是谁去报案的？他透过他办公室了，他自己，所以你们不知道报案的时候，你们其实并不清楚。那他PO脸书的时候，你们知道吗？也不晓得。所以其实立法院你们这边并不知道院长有这个状况，一直到新闻出来才知道。没有，其实是这样子了哈。昨天这个院长其实他也有说明了，因为他过去这样的一段时间，他大概自己的事情他大概都会自己处理了，所以他这个脸书是他 PO 的。所以他 PO 了以后你们才知道的。啊，他自己去哪里报案？他透过他自己办公室去哪里报案的？中正一分局，还是他们家的管区？细节我就不知道，对。到现在还不晓得。啊，那因为这个堂堂的一个立法院院长，哦，当然啦，因为他才刚刚来当，他可能还不熟悉啊，哦，譬如说立法院他本身有随护啊，那随护也不具备有这种功能啊。你那弟弟求你也干嘛讲好求，我也干嘛讲好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哦，因为院长其实他自己后来 也有，就是他昨天的说法是认为，就是说他因为习惯上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不会加手他人。好，哦，那第二个，他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哦，所以他认为他没有，就是说没有认为，就是说立法院长这样的这个一个叫会发生这么大的风波啦。啊，所以他昨天也讲说，哎，如果这个他将来他不会这样处理了，是不是？虽然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呐，啊，闹的事情闹那么大，但是秘书处这边是不是应该也主动跟院长沟通？这样你多爱代志，譬如说他报案，你马爱怎样子嘞？啊，他的人生如果真的发生上面快的代志，谁能够负责？然后呢，更瞎的是说，啊，他报案了以后，事实上警察局当天就破案了呢，当天就找到这个人了呢。他也已经函送起诉了啊，他也不晓得。然后我们的内政部长说已经破案了，后来才说这个人被抓到了以后，还第二次写信给他。但基本上，所以内政部长我看他也是为了院长的面子啦，侯一杰民主啦，讲啊，安尼唔知影拍谁，安尼无算破案，安尼当然嘛是破案，嘛是同一个人假的啊，敢唔是安尼？这个过程。就所以不是如此，不是啊，不然是怎样？没有，就我了解是后来那一张这个票是寄到立法院来，那我们本来透过行政程序在处理当中，但是院长说他自己会处理，所以这个所以院长不让你们处理？不是，我们的了解就是院长认为就是哎那个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去处理了。他已经不是一般老百姓了嘛？对啊，所以他的处理方式，这闹得全台湾都觉得。这个我们都在防病毒的恐吓啊，他要防威胁恐吓性的恐吓，一个堂堂的五院院长，然后结果闹的感觉是乌龙一场啦。那这个东西其实出发点非常单纯，他就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所以他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样而已啦。感觉他的语气不像是小事情啦，刚把他们全家人生都被威胁呢。那现在他家里面的人有派警察随护在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吗？现在有吗？你们也不知道，你怎样？看你的表情，感觉是不知道。啊，因为那个人其实已经抓，我说实在的啦，他这个威胁已经解除了啦。所以你们是对新来的院长感觉上距离很遥远、很客气，是不是应该要积极跟他沟通、了解一下？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因为不是他个人，这包括我们整个立法院的面子啊。这脑干那嘛，讲拍垮全台湾，大家都在防疫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到底是不是有真的很严重的威胁？感觉上现在破案的感觉也并不是这样了。我们做政治这么多年的，每一个人哪个人没有接过这种恐吓你全家的威胁信啊？对不对？那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强化一下跟他的沟通吧。啊，不然他老是这样自走炮也不是办法吧。这个上礼拜五他有大概
跟我们谈了一下了，那我们有给他一些建议。哎、哦，阿姨，他做过行政院长呢，他也当过行政院长，他也当过院长，他不是第一次当院长呢。立法院有输行政院那么多吗？啊，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应该要加油一下？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曾立文曾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玉玲李委员，李玉玲委员，李玉玲委员，李玉玲委员不在，我们请叶玉兰叶委员。好，主席，还有我们立法院的副秘书长跟在座的各位官员啊，大家好，我是叶玉兰，我今天的准备的质询，我发现前面几位委员都已经关注到了哈，所以我就很快速的再重申一下哈。其实就像刚刚前面几位委员都提到，因为立法院非常非常特殊，不是只有立法委员太重要，而是来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政府最重要的决策单位在这里，所以我们这里的防疫啊，一定要加把劲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立法院，我至少在这一个多月来，我遇到的很多同仁都很有服务的热忱，但是都很客气，都我甚至于认为有点太客气了哈。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防疫的，来下一张 slide 好不好？我们当然看到这个陈时中这个指挥官已经对于他们未来，比如包括要做园艺店啦、什么梅花座啦或等等的，跟记者席，他们昨天我看今天新闻是记者限制人数，甚至于要抽签等等。但是我们看看下一章，我们看到我们立法院，我还是很感谢我们保六的同仁，我觉得他们执行那个量额温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彻底啊。那但其他的地方很多单位都已经开始做的这个另外的啊，就是有一个红外线的热显像的这部分，以后我们要不要改进啊？甚至于我也不知道哈，在我们的防疫纾困振兴特殊条例里面呢的奖励金里面，我们警察这个就是在我们这边的驻卫警的警察们呢，他们可不可能会分到一些这个工作的奖励金，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刚有听到大家有提到说，这个清洁工的口罩要他们自己准备，这个司机也要他们戴口罩。第一，社会福利机构他们包了很多地方的清洁工哈、哦，我知道像台北荣总是台北荣总会帮他们准备，因为就像刚刚秘书长一开始有提的，他们就是弱势啊。那我们青岛二馆的清洁阿姨，她说她连排队，她有一次去排了两个多小时都没有排到。其实我是听起来是与我心有戚戚焉，但是我建议我们立法院是不是在口罩量能稍微产出多一点的时候，也可以用院际协调，因为这个地方他们的安全，我们不是给他们特权了哈，是为了保障我们所有的官员的安全。那这一点，我希望这个秘书处要做到，好不好？谢谢啊。接下来还是一样哈，在下一个题目啊，还是谈到我们游院长的这次的恐吓案的问题啊。我作为一个警察的老师，其实我后来也去看了这个瑞安街派出所啊。瑞安街派出所的同仁告诉我说，院长他们家人啊，在他们的辖区里面非常非常的客气，对警察很好啊。所以不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变成五院院长之一哈，他就没有，但是他对这件事情其实他是真的有生气到哈。我很佩服院长，他可以做这么多手板出来，我们看他开记者会的时候拿出很秀出很多的手板，就知道他非常非常的气。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警察这边，我觉得是联系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哈。不管是大部分人都会认为立法院是负责这个负责的警卫大概是保六总队，可是因为院长那边是他私人住所，他自己也要求要低调。瑞安街告诉我说，他们在他旁边两边都设了这个
巡逻箱。那院长还是基于他过去当院长的时候会去看，他到底有没有巡逻啊？这已经就是说他资讯不够充分啊。那其实这里面我想到的是，所有的被害人、犯罪被害人都会对警察有同样的期待啊。我经常会接到电话哈，是希望我跟警察打招呼。他们明明是被害人哦，但他们就担心警察，不够用心。那我们其实政治人物很容易是受到这些恐吓啊等等的哈，包括我们看到我们实力的同仁那个王婉瑜也收到过哈，于天于委员也有过哈，所以我很希望说，犯罪被害人在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上面变成一个检警啊罪犯斗法间的配角而已，他们的权益完全被边缘化哈，这也是我今天要到这边来还要再发言，希望是我们未来司法法制委员会针对犯罪人被害人的权益以及他们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求助的过程之中可以充分的获得资讯的告知，这部分一样啊，要把它列为重点。但是接下来我是要请这个副秘书长啊，就是也要让我们所有的同仁啊了解，你可就是必要的时候是不是请警政署来给大家来讲一些安全防护的维护的，以及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院方会提供怎么样的协助，那么应该要如何，比如说我就会认为这一次保六或者是警政署他们虽然去抓了，可是院长并不知道哈，然后瑞安街派出所也不知道，可是他们家人最常接触的就是瑞安街派出所哈，所以这整个的协调联系我要请秘书长、副秘书长这边呢，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周延的一个就是规划哈，从制度上解决，然后还要告诉所有的委员，不是只有向院长报告，所有的委员都应该知道。谢谢，不好意思，我超过时间，谢谢。是，谢谢。谢谢叶一兰叶委员，接下来，请他们提书面。是，我。最后面的时候会提到，就是说委员的垂询问题，那个时间来不及回复的话，拜托在会后提出书面的回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林维洲林委员。好，那要请教副秘书长啊。是，谢谢。我们一天立法院大概有多少人进出啊？我们现在预估大概2000左右。这么少吗？差不多了。就是每个那个会馆啊这些对周边的人来讲，人次就会超过。对，人次呢？大概多少？人次目前我们没有比较精确的数字。对，我好像有数字说大概有9000人次进出啊。好，所以那你。掌握的这个2000多是说就是，怎么样？助理委员，然后我们的职工同仁，职工同仁外面的，这就是说必要进来的行政官员啊，但是没有重复算就对了啊，就是说有2000多人会进到立法院这个场所了，其实蛮多人的哦，比一个学校还多人呢。像现在学校有的学校小学啦，1000多人呢、啊，哦，1000-2000人呢、啊，哦，所以我们这个立法院哦，这个院区也小小的，哦，啊，就几中心啦、啊，还有青岛啦、啊，还有院区嘛，就这么小小的地方，但是2000多人哈、哦，每天都有2000多人进出，然后而且他来的人四面八方啦，哦。有的南部的，有的哪里的，有的回国啦，从国外回来的，来洽公的啦，哦，都有啦哦。所以老实讲，在防疫来讲哦，它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地方啦哦。所以啊，我们要看你们的所谓的超前部署哈、哦，依据这个传染疾病防治法第六条、第七条，尤其是第七条里面规定啊，主管机关
应实施各项调查及有效的预防措施来以防止传染病发生。传染病已经发生或流行时，应尽速控制，防止其蔓延。意思就是说，除了防疫中心之外，会有一些指示的，但是每个机关，主管机关自己也要做防疫计划。所以刚刚其他委员都有提到嘛，像学校他们就有防疫计划，啊、哦，所谓超前部署就是你要有先有一个计划啊，碰到了就要实施嘛，啊，但是要先做好计划。那我们看起来就是立法院没有做计划了。好了，其他各机关各单位他们都在做很多计划哦，啊，请问你的那个地地办公计划好了吗？哎，现在很多单位都有已经有计划好了呢，公司立的机关啊、团体啊，哦，都有这个异地办公或是分区办公，哦，这个你也看到很多报道嘛，有的县市政府，有的是中央的部会机关，那、啊、请问立法院的异地办公、分区办公的计划有做了吗？这个大概是上个礼拜一二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讨论了哈，那我们这不是讨论啊，人家已经做计划做出来了，就万一疫情蔓延，那马上要在哪里异地办公，要分成几个区，这个叫做计划哈，这不是在讨论，而是要有计划。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三的下午的主管汇报里面，我们有提出来哈，那时候院长的指示就是叫我们继续去把这个所有的具体的这些作为先把它立定出来。来，赶快哈，我们真的比其他机关哈部会都慢了啊。那我认为啊，这个立法院绝对是一个敏感的地区啦，好，敏感的区，这个办公处所啦。那媒体也很多哦，啊，常常要近距离接触哦，麦克风啊这些哈，哦，一直用哈，哦。那委员会里面哦，有时候也很空间很狭窄哦，所以啊，你们这个超前部署的计划显然哈，哦，还没有做。那，啊，你多久可以做出来具体的？刚刚已经有一个提案，原则上我们两个礼拜之内会完成。两个礼拜，未免太慢了吧？两个礼拜，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疫情哦，是每天更新呢，啊。有时候哈，哦，陈时中部长还一天开两次记者会，哈，哦，半夜也要出来开。那，啊，所以你这个哇，你这冷雷摆啊，这不得做计划做出来？哇，哦，这个。两个礼拜，你知道？当然会尽快，我们当然会尽快。你看看那个防疫中心啊，两个礼拜那个疫情变化有多大呢？从没有社区感染变成有社区感染，从没有这个院内感染就变成有院内感染，那个是级别是非常大的一个跳跃，三天就大变化了。那你这样做一个计划要做两个礼拜，哇，我觉得缩短了哈，缩短时间了，啊，先把计划做出来啊，万一有状况，好啊，包括标准你把它定出来，其他委员都有谈到了啊，比如说一个委员会里面有一个人确诊哈，那就要怎么样哦啊，两个人确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把它超前部署的规定哈，即将啊将来计划就按照那个规定来做，还有异地办公啊，万一都停了那怎么办？是就不开会了吗？这个。好像会有一点问题哦，如果都不开会 啊，万一又有紧急的，像我们现在正在审这个防疫预算呢，这是防疫工作的一部分呢，立法院在做的工作是防疫工作的一部分，啊，你说停那倒不一定能够停哦，所以反而你这个异地办公跟分区办公的计划要拟定好，万一真的碰到了那分散啊，降低这个风险，因为这个接触的频繁哈，那个就是提高风险，分散了就是降低风险，所以异地办公、分区办公有它的必要啊，各委员会分开来，啊，或是怎么样，不用全部的人都在这个院区走来走去的啊，一个礼拜了。我觉得你们应该一个礼拜把它做出来了，哦，才有它的，时效性了，哦，
报告委员，我们会后一定会尽速来处理，尽速处理啦。好、哦，这个啊、哦，关系到这个国会的运作，那我们倒不像其他的单位哈、哦，我们有很多紧急事务可能要处理。你说要完全，这个停下来不开会，我觉得是不太可行哎。如果说碰到防疫的时候，又要有立法院方面的这个配合，好、哦，那立法院是不能停的，啊、哦，所以把这个计划哈、哦、做好，啊、哦，异地计划、异地办公、分区办公的在内的超前部署，都把计划做好。哦、我们要看这个计划，我们来开会也比较安心呢、啊。另外就是说，针对哈、哦，你现在天天在量体温，量体温呢、啊、哈、哦。我要请教你啊、哦，量了体温，如果哈、哦、外面的人来，当然他体温超出，你就不会给他进来了啦。好、哦，这个我们大概可以理解。那如果是委员或是职员。就是他不是外人啊、哦，啊，量了以后呢，因为他可能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说，如果外来的人，那当然就不给他进来，大概就稍微可以阻绝了。但是如果是里面的工作人员或委员或委员的助理，你今天量到他超过了啊，不给他进来，这样不够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昨天来了，前天也来了，你知道吗？他在这边上班呢、啊。好、啊，所以你只是给他量个体温啊。如果你超过了，就回去，还是怎么样？回去吃退烧药，还是怎么样？我们如果下掉就不要进来而已，是吧？没，我们如果是院内怎么样处置需要处理的，我们大概会第一步先到医务室。会叫他去医务室。对对对，我们医务室会先做初步的判断。那如果有必要到医院或者是去诊疗的，这一部分。那如果是这个其他状况没有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会请他以职员来讲，我们会请他先请假。请他先请假，啊，委员呢也请他先请假。委员，我们当然会报告委员，委员的助理呢，先到医疗机构看判断一下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对。我建议啦，好、哦，既然要有在量体温嘛，要让它真的有功能啊，而不是只是说啊量了啊你那你回去啊回去他到底有没有去医疗诊所、医疗院所去处理不知道，还是去买个退烧药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本身这里有医护室啦，你刚刚讲到重点啦，我的建议哦，就是量了，哦、啊真的有问题一定要落实啦。我们目前带到他医护室，我们目前是问他的旅游史啦、啊，种种这个标准程序嘛 ，SOP 的标准程序，我们目前已经有，而不是只是啊，嚯、哦，阿、啊、你别塞，你不来，你等伊，啊，他回去吃个退烧药，再来走一次嘛。尤其是就是常来的这些人、啊，然后比如说记者、哦，媒体朋友，他们天天来，常常来，因为啊，这个呀、啊、才能掌握嘛，你这有量到了就超。体温超标了，赶快就要处理。理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追踪啦、啊。你如果只是放他回去，那追踪什么？万一回去真的一个确诊跑出来，他到底过去三天在这边接触多少人，你完全不知道嘛。好，所以这一部分也是在你们那个计划里面要提到的，更落实的，不是只有洗手、量额温啊就好了。而是后面的后续的工作。今天我们这边如果没有医护所哈、哦，老实讲也很难处理，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没有医生来跟他问诊啊这些。但是我们有医护所嘛，好、哦、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哦，请你们落实的做，在计划里面也包括这一部分也都一定改善。报告委员，我们在3月5号已经函送各单位，就是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原则上会到医务室，而且会登录相关的资料，然后做后续的追踪。请你们要落实了，因为在第一线了哈、哦，是第一线啊，报告委员呐。哦，你不要说委员就不好意思处理啊，这样也不对了。所有人我们都会这样的、哦，报告委员对啊。哦请你们落实哈，谢谢。我希望一个礼拜能够你们的超前部署的完整的计划好写出来，谢谢。
好，我们谢谢林维洲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鲁明哲委员。鲁明哲委员，鲁明哲委员，鲁明哲委员不在，我们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我们请林奕华委员。好，主席好，还有傅秘书大家好。刚才在回答林维洲委员的问题的时候，我跟郑丽文委员就在讨论说，如果真的发烧，怎么可以去医务室呢？医务室在院内，哎，对，我们会第一时间就会请他戴上口罩，而且才那也不能说戴上口罩啊，你戴口罩你就不应该进院内。如果发烧，因为医院都有分流，哎，所以我们立法院没有分流啊。你这样如果发烧进医务室，医务室就在院内啊。所以刚我们就在说这个流程是有问题的，哦，好。你们可以再，但可以再检讨一下，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发烧的话，强制送医啦。我们没有办法强制送医啦。对。对，但是如果发烧，到底是不是去医院还是比较好一点？会比在医务室，如果发烧的话，因为刚刚这单给就是我们院内的同仁啊。单讲的是院内同仁啊，我们讲的是院内同仁，院内同仁都说已经发烧就不能进院内了，就我们发烧可以进医务室，但医务室在院内，所以这部分就给傅秘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在这个 SOP 上面，可能还是要再确定，比较再更。小心一点点了，因为终究立法院是宪政机关哦。我们早上已经问了好多，若发生状况的时候，那个问题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包括说，万一委员要被隔离，那到底要不要开会，或者法定人数怎么算？你知道那个问题都会变得很麻烦。那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立法院，我现在很羡慕司法法制是通风的状态啊。像举来说，教委我们就是密闭空间，我们就几个文会是密闭空间哦。那议场也是密闭空间，请问一下，对密闭空间，我们现在的有没有什么特别一定的要求？有没有？像教委会就是密闭空间呢，啊，我看也没有要求官员来一定要戴上口罩啊，然后官员之间也做的还是非常的近哦，所以我在想说这些部分难道我们都不需要有一些要求吗？对密闭空间，我们在三月十号主管汇报有谈到，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有秘书长已经跟行政院的秘书长沟通，就是说行政部门他来备询的人员尽量减少。好，就是有必要的人才来。傅秘，你刚刚没有去二楼看，兼内政部挤满的人呐，啊。是，好。所以我就说，所以这是我本来下一个问题想问啊。我们现在到底对于目前的状况，有没有要求所谓的出席，包括各部会他来的人数啊？我们会进一步再请他们能够。尤其对于这些大部会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一样啊，几乎是没有减少他们的人数，我还是挤得要命。然后包括我们要进去一样，还是要这样从人群中钻过去，跟之前完全没有减少，哎，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刚刚讲第一个密闭空间，到底应该要怎么做？第二个那个距离，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就那就必须要从出席的人或因为列席的人变少，才有办法让他座位可以稍微隔大一点点。那我觉得这些可能都要根据不同委员会的大小，可能要有不一样的一些规定啦。所以我还是麻烦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定上面，要不然说实在，像我们都在密闭空间里面开委员会，我们也会比较担心多一点点哈。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能不能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委员会像一样，我们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跑各委员会嘛啊。当然我觉得有质询来质询，那当然就是一定要来到各委员会。可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要签出席率，所以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有没有一种做法，我们委员会的签到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签到？这要不然你知道就变成大家都在不同的文会里面这样子跑，哎，其实这从防疫的角度，其实都不应该啦，真的都不应该。所以像这些细节都给大家参考。然后另外呢，就像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立法院，终究有很多不特定人会进出，好，不特定人会进出，有没有可能比照像现在我们有一些留资料的方式？
那都是以防万一。那但是会说这些个资单就是都是为了防疫使用。但对于进出项局来说，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影响那些随和一些。我们中有一个那个做有什么，就像美容院呐、啊、哈，或者说有这种就卖东西的地方，我们也不一定要影响它的人数啦。那但是我觉得对进出的人，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实际上一些登录？那好处是说，万一我们当然都希望不要发生状况，可是就会变对于说我们哪些人进出立法院会比较好掌控，就万一有需要，但我们都希望不要哈，不要发生了哈。那另外最后一个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对于，刚刚讲对，包括其实餐馆也是啊，我们餐馆很多都是外面人进来吃饭，那像这些部分，我觉得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定定。还有一个，我也是要帮，我刚刚有听到委员有提到，就因为我们都会搭公务车啦、哦、因为我看很多部会哦，对第一线比较低线的人员，都有帮他们争取口罩。那他们当然还是一样，每周可以两片，可是事实上对帮他们争取他们需要的口罩。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是希望可以帮我们最基层的同仁说个话。好，他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常跟不特定人，那第一个是对我们也好嘛，对他们也好，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争取到配给的口罩。那以上这些有没有要简单的回复？谢谢。还是就不用了，就同意再回复。好，那我们谢谢林英华林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我们请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我们请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陈玉珍委员不在，我们请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我们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我们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我们请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我们请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不在，我们先处理一下。我们还有一个临时提案，现在宣读提案内容。临时提案五：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立法院秘书长应于一周内向本会提出报告。立院会议因应新型冠状病毒全院停止会议之标准为何及后续防疫作业程序，提案人委员郑丽文等。主席，郑委员，好，因为这个有一个 typo 哈，就是说应该是向本委员会提出报告，请那个帮我们修改一下文字，做一下修改。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明，就是说正是因为刚刚因为秘书长匆匆离去啊，那么在整体的我们刚刚之前已经有一个提案了哈，就是说整体的还包括就是这个远距开会啊等等的全套的作业啊。那刚刚秘书长是说两周，但是呢，我是觉得就如同刚刚林维洲委员也提出来了，两周真的太久了哈。那么全院的会议啊，到底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啊会进行停止？我在这个部分，以及万一爆发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后续而不是现在，那后续那整个立法院的这个防疫的作业程序是什么？所以我们提出本案了哈。那刚刚因为我补充说明一下哈，因为现在所有的包括医院的急诊跟那个快筛，它都必须分仓分流。那立法院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医务室是在院内，所以任何发烧它是不可以踏入院内一步的，这个部分是不能够让院内的这个医务室来处理。而且我也不知道，因为刚刚林维洲委员也讲得很好，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院内的医务室到底跟我们的卫生局还有防疫中心的连线，因为你去给他看也没有用啊，他也没办法快筛啊，他也没办法筛检啊。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就可见得，就是说因为毕竟这个立法院我们在任何防疫工作当然都是外行啊，还是必须要参考防疫中心的建议跟所有的这个其他专家的一个意见。好，就刚刚的案子做一个简单说明，谢谢。好，那么副秘书长，从院里面来讲，郑委员的提案没有问题吧？可不可以还是两个礼拜？但是我们会尽快，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是不是就是提出书面报告？那个你们那个
为什么一个礼拜会有困难啊？这很简单的，它就只是全院的停止会议的标准，而且这不是我们委员会可以通过的。就像你说的，你这个标准提出来，还要那个立法院三个党团要协商同意，就是说未来立法院如果万一有什么样的院内感染的时候，要如何停止会议？所以这个是不是你们提出来之后就会就这个还要通过党团呢？等等的，这个可能要快一点哦。我觉得两个礼拜太久了。好，这能不能够请那个防疫中心，请那个陈时中部长那边给你们一个建议呀、啊？嘿呀、啊，可以吗？如果标准的部分，我们就一个礼拜了。好，但是我们就是提出书面报告，好不好？标准应该是，一个礼拜了啊。可是后续防疫作业再供给的加这啊，后续这个就应该给他们一些比较宽限。是，所以要不要做一个分开的一个？蔡委员，那这样子啊，因为刚秘书长在的时候，第四案呐、啊，他是同意在两周之内。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说第五案是针对停会的情形，所以停会的部分是不是拜托在一个礼拜之内，那其余的第四案的部分还是依然是两周之内，我们做一点点稍微的修正，那个对第四案已经处理了，对对对对，好不好？那就是书面报告，好不好？就是加书面两个字。是。那各位委员对于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谢谢这个副秘书长这个同意对于停会的部分，一周之内提出来。好，那我们刚才质询的部分，虽然那个已经念过各位委员的那个名称，但是因为那个孔委员呐、啊，他好不容易啊。才赶到现场，我们是不是让孔委员也有几分钟的质询的时间，缩短时间可以吗？好，那谢谢，那我们请孔委员发言，时间三分钟，谢谢。好，谢谢主席啊，因为是三分钟而已哈，我就直接切入正题。第一个哈，我们立法院的防疫工作做得还不错了，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警察同仁每天早上来上班。啊，就开始量一个体温，啊，然后给我们在这个啊贴纸啊，所以我们这整天在立法院的行动是很自由。那我自己本身我在立法院15年哈、啊，我觉得我们的医务室的服务品质要加强啦，因为他们大概可能有什么重大病症，啊，可能还是要送到台大医院或哪里附近。那医务室的这个相关的设备。这个各方面我是建议这个要怎么样去不只是防疫啦，还有别的病症，这个也看怎么样，不是说只有给个感冒药或者是什么这个到那边去看一看就好了啊，所以医务室的这个部分要加强，希望我们秘书长副秘书长这里哈能够在关心这一块。那另外呢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了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安会馆，好、哦，这个我们立法委员的会馆，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定是怎么样？是有新的规定吗？过去好像是说要中南部户籍涉及在中南部的立委，好、哦，这个他们的家人可以住，是这样吗？报告委员，目前最新的规定是，除了新北跟台北以外的委员都可以住，然后是现在的规定吗？对，现规定。委员可以住，家人呢？家人就是直系亲属。那助理可不可以住？助理可不可以住？助理不行啊，助理不行。那请立法院给我一份资料哈，调查一下有没有不守这规定的。好，不守这规定的，他助理有在里面住的。好，那因为我觉得很不公平啊。目前我是遵守我们立法院规定哦，我的助理全部都是台东、花莲、中南部来的。啊，那全部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但是我有听说有某委员的助理某某啦，好几个助理也可以去住啊。那你们现在到底是分一国两制还是怎么样？我是原住民立法委员，我助理全部都中南部，有的助理来个一两天，我安排他住嘉美饭店，我帮他付钱。好，那大安会馆，我说现在又规定又屈原了，这个部分，那个请秘书处这边是不是可以，也是两个礼拜之内调查清楚，到底有哪些委员是不守规定的，他的助理还可以住在里面呢，这对我很不公平哎。那就讲清楚，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请我助理也进去住嘛，可不可以这样？跟委员报告，我们规定是
我刚刚讲那样子，就是配偶跟直系亲属可以住，但是假如说有些委员，因为有些他要去探望委员的话，他有写一个放信条给我，我们是会同意他去跟在那边等委员。现在我拜托你，把那个大安会馆还有那个什么会馆调查清楚，我们哪些立法委员的同仁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的，让助理亲戚住的，最符合这个应该是我嘞。我现在是非常守法，连派车也是一样啊。新竹以南委，我助理自己开车。哪一个委员有遵守这规定的？好，我希望说，派车的部分有什么新的规定，还有住宿的部分，好，这个全部交代清楚，要每一个委员都一视同仁。好，你不能走这个偏门取巧。哎，我是长保全国的，但是因为我户籍在台北市，我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优惠。好，那开车的话，我大概可能是在立法院叫立法院车最少的，因为我选区太大，啊，一跑就跑两三个乡，好，我不可能说到那个乡我就回来，我不是这样，好，所以我想说这两点呢，啊，可不可以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决议啦，请他们两个礼拜之内把这个部分查清楚，好。请总务处长跟委员报告。是，我来跟委员报告那个详细情形好了。不是口头报告，书面报告啊。好，书面报告。好，那我们就会后书面报告，好不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有五个提案，都经过本委员会委员充分讨论过，还有跟立法院各位充分讨论过，都无异议照案通过之外呢，所有的登记发言的委员呢也已经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候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以及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记述提交个别委员以及本会。委员郑运鹏、洪孟凯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要在这边拿，没关系，不拿好，我拿就好了，我拿。楼上没有叫。有效，那陈毅写说，第二题是写说是否应销定。说你可能牛了哈。